好，大家好哈，非常欢迎大家来今天的哲学非星期五哈，然后也跟圆转角小教室共同合作。那今天先要跟大家抱歉，是说因为本来买药今天要过来的，啊，后来他因为要去港口部落那边有一些事情，所以他就先离开。但是我们原来两位讲者还在，然后本来马耀都不愿意讲，因为他说他是办这个活动的主持人，所以他不愿意讲，本来要邀他好好来讲。不过我们今天哦，在今天也会开始爬书，从这个还我那个关于那个传统领域的问题，从刚开始的抗争一直到现在，会重新再跟大家做一次的爬书，这个事情的症结点会在哪边。然后另外我们找了谢瑞安教授，他现在在路上哦，正在赶过来的时候，所以我们也会请他来跟我们讲一下，因为他在圆转会里面，所以请他在从他的角度啊，做一个原住民在圆转会里面，他看到目前对于传统领域划分的这个问题的症结点处理到什么程度，然后以及未来会朝什么方向去走。哦，我们今天呢，在这个介绍完了以后，我们先，因为我们当然先来谈一下，就是最近这个运动到现在为止啊，整个的发展进展的过程。然后首先我们就先请板奈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段时间，包括他的10到15分钟到20分钟，好吧？你尽量讲，然后我不你讲太多我会打断你，没事啊。然后我们先热烈掌声欢迎哈板奈。不行，我一定要跟你比，很帅。今天是第148天，那我绝对没有办法在15分钟里面就把这148天里面有多少的会议、多少的决定、做过多少的行动让你们了解，所以我觉得我先不要谈这个，好，好不好？因为大家可以回去我们的粉丝专页啊，或是我个人的脸书，或是麻药Behold的粉丝专页，因为其实所有的被详细记录细节都在麻药Behold的粉丝专页里面。从去年的8月1号蔡英文总统道歉，8月3号我们就在台道开了一个记者会，我们主张的是说原住民族群的转型正义委员会设在总统府里面，没有法源、没有预算、没有调查权的转型正义委员会要怎么转？转型正义这么大的一个它叫什么工程，你在没有法源也没有预算，所谓没有预算就是没有人啊，你没有钱让人进去工作进行这个工程，这个修复的工程，那当然会很困难。那我们更何况他没有法源，所以他就不能调查，他只能够请行政单位来说明。我这样有讲话太快吗？还好齁，因为我现在住台北100多天，也被逼得讲话越来越快。所以其实整个行动是从去年的8月1号蔡英文道歉的时候，我们就很紧张。我自己个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人生，我活生生会等到中华民国的元首跟原住民族群道歉。我没有想到他有一天会成真，这是一种充满期待的过程。因为原本我以为，因为我们在台东一群朋友集结起来，表达我们对转型正义的追求，表达我们对和平，一个这个岛上的和平，和平纪念日。你们知道和平纪念日是哪一天吗？228，那228纪念公园就在这里。这当然是一个巧合啦，因为我们是在那边被清了以后，我们落难。我们就逃进了捷运站，可是我们都撑住很久不想走，所以我们就渐渐的又回来这里，就是这里好像可以，就在这里我们就落难到这里，这样这是当然是一个巧合。那我
我不确定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狼烟行动联盟，从2008年每年的228都在烧狼烟，然后希望全国各个不管是原住民族的部落，或者是都市原住民，或者是关心原住民族议题的所有的人、组织或个人，在这一天响应我们的行动，来生狼烟。那这个生狼烟是我们认为原住民族也要和平纪念日。你不能说今天228放假，可是放全国放假一天，可是原住民族还是不和平啊，我们还没有被正义的对待啊。所以这个狼烟行动联盟里面的第一个诉求，就是要求国家元首对原住民族群的道歉。那从2008年烧到今年2月28，好，今年的诉求就改，因为去年已经道歉了，就是这个诉求已经追求到了嘛，所以就改诉求了。那大家可以去看狼烟行动联盟的脸书这样。那我前面讲的这些，其实我只是要表达说，我个人对蔡英文当选，他承诺要跟原住民族群道歉的这件事情，对我个人来说是很大的意义的。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庆贺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又为什么要在他道歉的3天后就上台到开记者会？因为我们希望道歉要有作为，你不能只是道歉。好，那去年的8月3号在凯道，大概记者会开完2小时、3小时，或3小时、4小时，蔡英文总统自己来到凯道，他自己来跟我们说明，希望我们给他时间。那因为就职典礼，我有去帮他演唱嘛。他之前竞选的时候，我有去当他的那个竞选专辑的那个评审，所以我们有见过。然后他请评审们喝春酒的时候，他问我愿不愿意在就职典礼。他是这样子，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这样子问我说：“你可以来帮我唱歌吗？”我说：“可以啊。”是这样的，是他亲自约我在就职典礼演出的。我就说：“好啊，好啊，我就去了。”有没有？就你约我去表演，我就去了嘛。就是这样，就很，其实是人跟人之间很真实的互动的，所以然后就职典礼就去演出，然后就有这张照片。那我手上拉的那条 Get Out 毛巾啊，它是我们在台东反核废料的时候做的毛巾。然后我们后来来这一次来凯道的时候，朋友说你是故意要。朋友问我说：“你是故意拉这个毛巾，要这个中华民国政府滚蛋吗？”我说：“我如果有那么聪明的话，我就不用来这里。”反正就是几个巧合变成我们看到的样子，这样。好，我再回来讲去年的8月3号，因为我们对他的期待是真实的期待，我们也在选举的过程里面努力，很多我身边的人都很努力，然后我们也就把他送进总统府了。但是我们冷静的来思考，道歉之后的整个结构看起来就觉得很怪，特别是不当党产处理条例，那时候已经就动作很多，我们有一个表也是在比较，所以一样是在追求转型正义啊。为什么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可以动作这么快？为什么原住民族群的转型正义就要远远的落后？但是因为8月3号国家元首已经来到凯道了，站在一个10年来都在凯道进进出出的关心台湾社会的一般老百姓来说，国家元首已经到了，从来没有一次国家元首为任何一个议题来到凯道上。
我觉得就形式上，我们一定得撤退，要不然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口中讲的傲慢的人。所以那时候就我们就听他说，然后也哦好，我们给你时间，我们继续监督，然后我们会用力鞭策，因为这些都是他自己说过的话。他说，道歉文里面说，大家不是来背书的，大家是来监督的，然后直到政府实现承诺，请大家用力鞭策，这样。然后他也有说，我随时要来就可以来啊，不用在这里等他路过，这样。那其实，在那个当时的时空哦，就是我心里只有一个感觉，好。我们赶快东西收一收，赶快离开开道，不能让了解这个议题或不了解这个议题的人认为我们是不可沟通、不可理喻的一群人，这样，因为那个正义哦，它不会从天上自己掉下来，那个权力不会从天上自己掉下来。那个是人，因为你有感觉，所以你会去追求。你有感觉到不合理，你会去追求。这也是这么长时间以来，台湾的公民社会一直在持续慢慢的、慢慢的往前的一个最……他没有办法，那在学校教你，你不一定会学到。你的家庭的背景养育你的过程，你不一定会感觉到那是什么。可是当有一天你开始对于这个事情不合理，于是你开始想要把题目问对，那要怎么样让事情合理？我觉得每一个人就会开始变化。在我自己身上最真实的变化是，当我问好，把一个题目问好问对的时候，我的人生就变了。就是很多很多困难的感受，我觉得自己的尊严被践踏，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的存在的状态是没有尊严的，因为我深刻的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没有尊严，然后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因为很勇敢的选择要当一个有尊严的人，所以我的人生现在会在开道。所有一切我想要努力的，是因为我认为，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什么阶级，不管你是什么民族，客家人也好，闽南人、外省人、新住民，我认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是真真实实的生活在这个岛上。我在这个岛上出生，我在这个岛上生活我的一辈子，经过了很多的土地，有一天我会死，我们都一样。我想我应该也很难不死在这个岛上吧，几率应该也蛮低的。我应该也是就好好的死在这个岛上，我的人生应该就会这样走完。我们绝大多数的人也都会这样。可是我常常在回想，为什么我对这个岛那么没有感觉？我对这个岛上的人，很多人，我都觉得我们大家并不觉得我们活在一个岛上，而且我们住台东，我们明明就有海边啊，我们那个对岛的概念应该要很具体啊，我反而没有哎，我是慢慢的长大有意识，因为对自己族群的文化有很多求知的欲望，以后透过歌谣的学习，特别是为什么海边的歌谣乐句这么短，为什么山上的句子这么长，就是这种我自己的学习的过程，我自己分析整理的方式，我慢慢慢慢越来越清晰的感受到我们是住在一个岛上。那当然这个过程有很多，我跟很多朋友讨论啊，跟纳布，特别是纳布，
那不最常爱讲的就是说，这个国家哦，以为自己是大中国啊，都忘了我们是个小岛，然后一直叫我们不要去海边游泳，都忘了我们是南岛民族，是划船的民族之类的。就常常我都会在这种言论里面被洗脑，但是事实上我们真的是住在一个岛上，然后这个岛很小，只有360万平方公里这么小。我上礼拜有一个工作去了挪威一趟，360万公顷，是吗？是算什么平方公里？你这样讲不对。好了，没关系，我三百六十万公顷，36000平方公里，懂吗？360万公顷，好。挪威很大哦，我不知道有多大，但是他们的人口只有500万，我就说，哇，人好少。然后我去参加的那个艺术节啊，它正好是永昼，然后那个太阳啊就这样一直绕圈圈，我不知道一天要绕几圈，然后都不会天暗。那我去那里一个礼拜，我要讲的是说，我在那里感受到一种气氛，就是每个人，我看到的每个人看起来都无忧无虑，然后生活条件非常的好，他们就是都很有钱。那我不确定他们是很快乐还是不快乐，但是我光想，因为整个活动里面呢、啊，我们有一个下午太阳很大，啊，我很不喜欢晒太阳。因为我会觉得我很痛，虽然我很黑，可是我也会觉得太晒太阳会很痛，我就撑伞，就我一个人撑伞，全部的人都在那里晒太阳很快乐，只有我一个人，我就像又一次证明我们真的很不一样。我们台湾很多时候都太阳很多很大，可是他们渴求一个，像我去7天嘛，只有一个下午有太阳，其他的6天都没有太阳。他们对那个太阳的渴望，跟我对那个太阳的很想躲，是很天壤之别。我本来要讲天南地北呢。那刚好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层次，我刚刚讲到的就是很有钱，这样。那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啊，我自己的经验是。从小家里就很穷，没有钱，也不一定是穷，就是没有钱。我也认识很多人家里都是没有钱。那当然，在一个生命的过程里有一个过程，就会很想要变成有钱人，然后很努力的想要变成有钱人，后来就死心了，就觉得太不可能了。因为你打开报纸看啊，真正的有钱人是怎么样？就他们被国家的法律控告他，然后他得要5000万的保证金，假释，才能把他从一个某一种犯罪的行为里面，把他从那个监狱里面救出来。我说天哪，保证金就要5000万，那他到底有多少钱？后来我就死心了，我就想说啊，我再怎么努力，我也不可能变成有钱人，所以我就没有再想这件事了。所以。也因为我没有在想这件事啊，我就没有因为我没有钱，我就允许我自己没有尊严，了解吗？就是说我有没有尊严这件事，我又往前跨了一步。我并不会因为我有钱就等于我有尊严。我认为，我不知道尊严这个事情在你们个人的。感受里面是一个大事情或小事情，这一定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尊严是我做很多决定啊，很重要的一个做决定的时候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今天在凯道上，我要这样做这个活动，我要做这个事情，会不会让我觉得没有尊严？我就不要做。
我觉得它很多时候变成我做很多决定一个很重要的，或者是我这样决定的时候，我不会不会觉得自己在伤害别人的平等，类似这样。我有没有觉得？你有没有觉得我很像在上哲舞，而讲一些好像听得懂又听不懂？哈？还没开始哦 ，OK， 好，我不要自我感觉太好。所以，对我个人来说，我只是很简单、很简单的认为，我的人生生活在这个岛上。从我决定的那一天，我也不知道我是哪一天，反正有一天，我就决定我要当一个有尊严的人。当我认为他让我事情让我感受到是被侵犯，我的尊严被侵犯的，我就会一直努力去做。这是我生命的，我也不知道它发生是哪一天呢、啊？它就是一个我生命追求的一种存在的努力的方向。那我认为那是美好的。今天我有被一个朋友问一个问题，他说。那你现在有很清楚的知道你自己你想要的是什么吗？这样问题类似是这样。我说，然后你喜欢？他问我喜欢吗？我说我很喜欢啊，我正在做一个我想要追求的事情，这个是我认为很满意的。就你有一个你在追求的，然后它正在发生。有的时候我们对于你想要的那个东西哦，一直停留在你很想要。可是我的人生走到这一刻，是我很想要它，而且我在追求它，然后我还在持续中，还没到，也还没停止，这样就持续的人在这一条路上。我觉得我先讲到这里呢，好不好？谢谢。那个等一下哈、哦，大家问 Q&A 的时候才会问出更尖锐的问题。他现在是那个暖场情感的抒发，嗯、他做这么多委屈啊，然后强调我们对于做一个人要有尊严的重要性，对不对？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富穷贫贱，就是对于尊严的。那当然，我觉得凡奈刚刚在谈的这些这些他过这样一路走来的看法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我们需要一些勇气。就是去面对我们认为不对的事情，可是实际上我们现在大概每个人在日常生活都遇到一些是有些挫折，好了算了，他那么大了，他国家机器，他是总统，或者他是，可是你要反过来想，他们曾经也是战友，那怎么会你拥有了权力的时候你会稍稍有些改变？但实际上会让我们觉得这样不对，所以有些在这里做的一些抗争，或者是做了一些意见的表达，其实也难道不是做一个朋友的提醒吗？就是说，对于一个做拥有权力的人，他必须要全力支持。那我们从可以反过来看呢，传统领域的私有化、排除私有地的问题是会出现在哪边？它就是等于是就地合法了。过去这些私有的东西呢，其实上是对的，然后所以他就等于是也肯认了那种过去一种掠夺的行为，所以我们就不用去谈原住民怎么转型正义，也不用谈，因为我们刚好就是面对那种他不断被私有化的过程里面所造成目前这样的处境，结果我们排除私有化的时候，传统领域排除私有化，刚好就地合法化它，它有个逻辑上的问题。你排除私有地的时候，你怎么做原住民的转型正义？难道原住民之所以需要转型正义，就是他们过去的传统领域不断的被私有化？好，逻辑上是这样，所以我们会遇到一个很麻烦的问题。那这个事情呢，我们当然刚刚本来也提到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其实我们需要很多的沟通的。那这个沟通的是有些是概念的沟通，或者大家急于要去解决这件事情，马上要下一个决定，万一那个决定需要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时间，然
那结果我们就是在我们拥有权力的时候就马上仓促的下了决定，那其实上这是很不好的，而且尤其是在这个决定下这个决定的时候，他没有有没有经过一个正常程序的公听会，有没有经过民主法治的这些讨论的过程，如果这些过程都没有出现的话，我们就做这个决定也是会有问题的，它也不符合现在国家的民主法治里面在法治化里面应该有的正当程序。那我们今天现在来这里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当传统领域啊，就是说我们在文案上面传统领域不传统有几个意义重要的意义了，因为那个不传统，当因为你排除了私有地它还可以叫传统领域，这是一个负面。另外一个传统不传统，传统领域不传统的意思是因为我们在讨论传统领域本来就不是传统那个私有土地概念下的传统领域，它可能是有共享的，甚至透过传统领域去招呼我们对于土地的责任，不管你是不是现在你是具体的手上拥有，还是你是只是作为不管还是公有还是国有地，其实我们面这个是让我们重新反省我们跟土地之间的关联。所以有时候也非常谢谢这些原住民的朋友，其实他们愿意去讨论这个传统领域的问题，在乎他们传统领域的问题，因为传统领域不会只有具体的土地的问题，还有包含在这个土地曾经上面的文化，它的祖灵的问题，它过程活动的范围、狩猎以及这些等等之说东西都包含在这里面。当它一旦被私有化以后，你就等于被赶出来的东西，你就没有土地的招呼嘛。所以当它没有土地的招呼，它就会变成只是活在记忆，甚至只能变成传说。那最惨的就是变成传说，我们只能追忆要过去的那个传说，但你从来不能去，因为那个土地是别人的。所以我们就反过来讲说，再去问土地会是谁的？那因为卢梭讲过，在不平等的起源曾经讲过，他说第一个人把一块地圈起来，那再找一些头脑相当简单的人承认，他说这个土地是他的，那他就是一个文明的奠基者。那难道不是这样吗？接下来就是力量跟力量之间的冲突而已。那所以我们在谈接下来需要的沟通，那当然我们就特别请了谢瑞文老师，因为他本身也在原转会里面，然后也担任一些工作，做一些协调的工作，然后也希望他带来一些目前原转会在处理啦，然后的目前的进展如何，以及我们也相信我们在这里做的所有的抗争其实都带有一些沟通的诚意在，而他们不能只是用抗争来去回避了这个问题的严肃性。那我们先热烈掌声欢迎谢瑞文老师。谢谢。我从今天一大早蛮早就出门，然后新竹新庄，然后赶到这边，所以是有一点晚，不过还好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让我觉得坐在这边可以歇息，然后想一些我觉得是真的还蛮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刚才有一些我们在场的人有提到，就是说所谓的历史观或是意义，那我就稍微回顾一下下哈，就是刚才把那有提到的，就是说为什么2008年开始会有228的狼烟的这件事情哈。其实如果我们在讲整体的这个原住民族权利宣言或是道歉的起源，其实更早了哈，但是如果说有记录的话，大概就是在2007年，联合国通过的这个世界原住民族权利宣言的时候，其实是有四个国家反对，就是说它不是弃权哦，它是反对。好，那四个国家，给你们猜是哪些国家？四个，没有，也没有，中国是弃权，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没有原住民。真的啦，不要笑，他们只有土著啊，没有，他们说他们也没有。OK， 是加拿大、美国、澳洲跟纽西兰四个最境内有最多原住民的国家，他们是反对签署世界原住民族权利宣言。那世界原住民族权利宣言花了将近快20年的时间，反反复复的在讨论哪一些叫做一个最基础的哈。
那所以里面有一个很重要，为什么这些垦殖国家他不愿意放弃，就是去遵守这样的事情，是因为土地他很害怕，因为土地代表的就是资源。对殖民者来讲，对垦殖者来讲，对资本主义来讲，对发展来讲，土地对他们而言不是情感的连接，而是资源。那但是对原住民族而言呢，它根本就是生命，对不对？好，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中间你就可以看到，其实全世界来讲，你再怎么认为它是一个叫做民主先进的国家，它对待原住民的态度是不是一样的？但是2008年哦，这是2007年通过嘛，然后这四个国家就反对，但是还是全部都通过了。2008年2月14号很重要的日子哈，不是因为它是情人节哈。2008年2月14号，澳洲的总理他道歉，为了澳洲的失窃的一代 （Stolen Generation）。那他们也开始，他就是 ratify， 就是签署的那个世界原住民族权利宣言。好，所以就带动了一波，再来就是纽西兰、加拿大跟进。那美国他没有透过，他美国是透过国会去给一个道歉文。好，好，这些国家的道歉也促使了我们认为，在全世界有原住民的地方，我们都认为。一个垦殖政府，他需要对当地的原住民族道歉。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要解释一下，很多人到现在还是不清楚，说土地又不是蔡英文抢的，为什么是蔡英文道歉？那土地又不是民进党拿的。好，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基础，就是他继承了现在的这一个垦殖政府，他必须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变成一个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对台湾的原住民族道歉。好，那为什么会选在8月1号去年呢？为什么会是8月1号？原住民日，对。然后现在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日都不一样，譬如前一阵子是加拿大的，我们刚好去加拿大会也参加了原住民日，澳洲各个地方不同都会有一些原住民日这样子。好，那我觉得我对于这整个拉回来再谈，就是说这整个事情谈为什么我们要道歉，那道歉它要往前走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和解嘛。我们的社会一直在讲和解共生，对不对？我一直在讲族群融合，对不对？而且以前的融都是融在一起的融，那现在都已经我们不太讲这个，因为我们每次都好像是到了选举的时候才在那边族群分裂得很厉害，然后谈族群议题，对不对？好，那我们就在想说，为什么今天在谈和解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今天跟你有过怎么样了，我如果没有先道歉的时候，其实我往前下去和解我是谈不下去的。所以我们很希望总统他是代表一个继承这个政府的体系，能够跟我们的原住民族道歉。好，那这一件事情其实真的也蛮符合我们的期待的。但是台湾蛮奇怪的一个地方就是哦，因为我觉得政党竞争是一定有的，但是政党的竞争常常跟其他的国家发展有一点不太一样，是我们台湾还有涉及到主权的问题，然后主权的地位不是那么样的被确定。好，所以我们跟其他地方的国家政党竞争之间，不管他是谁在当政，他对原住民的态度顶多就是好，稍微好一点点，或是没有那么好，但是他不会180度的大转变。所以当蔡英文的道歉是非常的重要，所有的原住民包含巴奈有提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很多人都认为说我不一定会等到那一天，但是我们也都很清楚知道，那道歉完了之后，我们很希望他能够达到的什么事情，对不对？好，所以刚才巴奈也提到，就是说我们很希望他的这个转型的这个正义委员会其实是一个类似像就是在党产的这里面的是一个有独立的调查人力跟资源的机构。但是你想想看哦，我们自己真的扪心自问，
台湾的整体社会愿不愿意、肯不肯给原住民这么多。自己现在扪心自问一下，我们现在对原住民的议题哦，我们其实是不太关心的，我们其实不太了解的，我们甚至很多人认为原住民一直要很多，对。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哈，我认为说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并不是做得太快，而是我们过去一直没有在奠基好好真的做一个民主人权工程的教育的工作。我刚才提到的例子，澳洲道歉，他在道歉之前已经准备了20年，他们是从童书、从绘本、从小在教育，是普及化的教育，告诉所有的澳洲的人，不管你是白人，然后还是你是其他不同族群在澳洲的人，你必须要透过这些东西去理解澳洲的原住民在澳洲社会的脉络，那是一个很长的教育的观点之下，当他的社会要进行这样道歉的时候，其实他的后坐力并没有那么大的 OK。 那我们在台湾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前面缺乏的是非常多的这个，而且包含是我们台湾内部原住民自己的教育。譬如说我们谈得很清楚啊，传统领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又不是一个围起来然后这就是我家的概念，对不对？可是明明就是真的很多人，不管是汉人还是原住民，以为这个所谓的画社是在画什么，好像是在画保留地一样，可是连保留地这个观念都是非常的奇怪啊。保留地是你被拿走了之后，然后就留了一些东西，可能不是生产的地方给你。这在美国的原住民社会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回归回来再想，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谈这件事情，可能可以拉回来看看，我们对于蔡英文他做了这样的道歉之后，然后针对这个议题的回应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从他的具体的回应里面来看，我们的问题症结很可能是在哪里哈。所以我这时候就要把小抄拿出来了哈，你们大家也可以看看那个泽武这边的官网，为了宣传这个活动有提到嘛哈。我们看一下3月20号这边。就之前就宣布了嘛哈，然后3月20号就是原转会的第一次的会议，这个议题受到很高度的重视，原转会的委员也提出来一些对把划设办法里面排除私有地，有非常多的意见。原住民族原推会、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动会的委员也是同样的，很多人联署都提出来反对这样子的一个划设办法。那在这边我们先不管他的行政体系他是怎么样产生出来，他去做了什么沟通协商，然后跑出这样的一个办法，而且就把它公布了，然后就公告了哈。那公告了之后如果没有什么议题，因为到立法院只是需要备查嘛哈，所以在这样引起高度的重视之后啊，在3月20号的原转会里面的有6点，这个是官方的裁示，也就是说透过原转会的委员里面很热烈的发言之后，蔡英文总统他所提到的第一点是什么？原住民族对传统领域的理解是事实的陈述，也是自然主权的概念，是一个完整的空间范围，而不是所有权的概念。我们可以想想看哈，完整的空间范围，然后可是它也很可能是所有权，可是这个所有权并不是不能共享的，有可能嘛，好，但是这个是第一个，是我们要很清楚知道，这是他宣示的很清楚，他认为原住民族对传统领域的理解是事实的陈述，也是自然主权的概念。自然主权在我们在研究原住民族或者是我们在谈的这个概念里面相当重要，而且这是一个法律的 term 哈，在这个世界原住民族权利宣言相关的国际法上面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词哈，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空间概念，完整的不打折扣的，所以当它是一个完整的，它就不会是有私有跟公有了嘛，对不对？所以
蔡英文总统对这一点非常的清楚，而且这也是有正式新闻稿也出来的，这也是他讲的话。然后呢，他认为说，从历史正义的角度来说，传统领域是先存在的事实。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什么？先存在的是先存在于，不管你是日本人，你不管是中华民国政府，或是更早前的荷兰、西班牙等等清朝统治的时代，他讲的是先存在的事实。国家法律上面的公有、私有土地的区分是后来才发生的事情，他也讲得很清楚啊，这个概念也跟我们谈的也没有问题，对不对？好，所以这两种是有区分的，政府有责任带领主流社会尊重、理解这个历史事实。我现在只是先讲他3月20号讲的哈，然后他讲完了之后，到现在我们有多少人知道这些事情哈？然后到底政府做了多少沟通的事情？这个我们真的要检讨。那我现在只是讲针对他这个事情哈。好，那第二点呢？他认为呢，透过《原基法》第21条的规定，传统领域被赋予諮商同意权的法律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要考虑法律的授权是不够明确，的确它是不够明确。然后，但是呢，也要考虑到现实上的社会冲击，所以总统也特别表达，推动转型正义是为了要促进族群间的和解，而不是要制造对立。然后，好，他有没有提到对社会的冲击这一件事情？你想想看，现在社会的冲击是来自哪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讲说没有人是局外人啊。那时候当然弄这个划设办法之后，开始很多人都讲说，那原住民如果全部都要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要跳海去了，对不对？没有人要赶你跳海啊，有没有？这个都听过嘛，对不对？然后也有很多人就讲说，那什么原住民现在什么都要回去，那你要叫我们可以住在哪里等等之类。就是说他那个社会的冲击，这孩子是很粗糙的。更粗糙的在哪里？雅尼的案子。那我们这几就一直在修矿业法嘛，其实你们大家都没有想过，矿业法现在不是只有采雅尼的这个矿，其实包含中油的油井都在矿业法的规范之内。对，那这些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今天公部门他要采的呢？我现在不是在为公部门讲话，我只是在想说大家在脑子里面想什么。他的投资设备通通下去的，他在过去里面不用经过任何的諮商，在地部落的同意，在地社群的同意，他可以跟某一些人谈好，提出他的经济发展条件，他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国家社会的发展？发展这个字对原住民很重要哈。然后我们有很多负面的想法，他就可以做这些事情，包含油。我们台湾很多的矿产矿业都是在这里面出来的，这还不是只有牵涉到原住民的土地。这牵涉到的过去，我们有非常多的原住民工作的环境就是采矿、挖矿的，最危险的工作，带来台湾的经济跟繁荣，但是活在社会的最低层。OK， 这些事实，这些我们其实也没有太多人关注啊。包含101，其实几乎是阿美族盖起来的。大家在享受的同时，好 ，OK。所以在这些他所谓的社会冲击面，你有看得到的，除了大家很粗糙的讲说那我们要去哪里以外，他还有很多经济面向的冲击。这反映了之前我们提到，就是说为什么这些西方国家他在对于所谓的民主人权是非常尊重，但是他会非常反对原住民族拥有主权。因为拥有主权之后，你要去 follow 他所有对土地权、资产权的这些拥有 ，OK， 还有文化权等等。好，第三点，他说目前呢，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范围土地划设办法已经进入立法院的审议程序，原转会尊重立法院的自主性，但会把原转会所有委员的发言记录完整的传进立法院，提供立法委员参考。哈。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后来就弄到最后就是要进入
那个他是到内政委员会去协商，他也不是到司法委员，他是到内政委员会，对不对？有没有人去 follow 到底现在协商成什么样子的？没有，对不对？然后他后面就会变成怎么样？按照这个程序，他只要划设了，因为他是核备嘛，那核备他只能说通过或不通过，因为他不能跟他讲说我要修改哪一条，我要跟你加了什么，对不对？那所谓的协商，他就是要去谈这一件事情，但是没有人知道现在协商成怎么样。然后呢，他的一个法令只要公告，没有意见，是三个月吗？还是六个月？反正他就啊，三个月嘛，吼，所以已经自动生效了。他从来没有失效过。对，他从来没有失效过，也没有讨论过。然后大家在那边讨论，然后找立法委员，然后我们讨。那这些事情该负责的到底是谁？好，我们现在拉出来有一个行政体系，然后还有立法的这些人嘛，哈，好，然后这一件事情其实应该要有一些处理的，但是其实并没有。好，再来呢，他就提到未来的任务，这个就很有关系哈，就是原住民族土地跟台语法的立法方向会继续沟通讨论。用法律的位阶完整确认原住民族土地的处理方式，这个东西目前也都有处理的，但是它这中间有一些比较，譬如说我们在想象的跟部落民族会议的咨询这些程序，好像并没有做到那么多，但是对行政机关来讲，他觉得他做了很多很多的意见征询，可是这个意见征询也到底是怎么样形成，或是这些人是怎么叫来，其实我们不是太清楚太知道，所以我们就会常常发现的它有一些落差哈。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讲说有一个民主的那个东西叫做票数的问题哈，或是说什么代表性的问题，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讨论看看哈。最后第五点就是总统认为说这一次的议题呢，凸显了厘清传统领域历史真相的必要性 ，right 是吗？哈，那我们真的就很谢谢凯道上面的伙伴，把这个事情凸显出来，让我们认为这个真的是很重要，而且要试图让其他的原住民、非原住民都一起来想这一件事情。所以呢，他认为说，原转会底下的土地小组有必要持续的收集整理史料，让传统领域的历史的概念定义跟范围可以随着更多真相的揭露持续对话下去。好，那这个很可能就会回到刚才板奈提到的，就是那原转会里面到底没钱没人，然后没有调查权，这些怎么弄，我等一下大概会跟大家稍微讨论一下哈，这些是怎么一回事哈。第六点，最后一点呢，哈，他认为说法治层面的推动有阶段性，政府会一步一步来，然后呢，他也相信原转会努力，原住民族土地的历史会渐渐被大众认识，然后呢，土地议题的处理也一定会找到一个更完善的模式。好，这我们后来就称这叫拆六点。假设我们今天对土地议题，蔡英文总统他道歉完了之后，然后在面对这样的一个争议的议题，他透过原转会的讨论之后，委员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声音，有的就赶快画，而且这里面还有包含是三原跟平原的差别，然后三原跟平原又是一个历史的大错误。那在这样的一个角力的状况之下，他其实很清楚地谈到了我们至少我们觉得贴近我们心理认知的传统领域的概念，对不对？所以现在问题是出在哪里？你们觉得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边？我们为什么还会在这边？因为你们怎么都不会想说为什么？难道他这样讲完了你就好了吗？就高兴了吗？当然不是这样啊！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政府的行动，
政府的行动，然后嘞，人民的认知，认知在哪？其实你们自首一下好了。你们来之前，你们对蔡六点知道吗？也都没有人知道，然后就跟着一直喊蔡英文骗我们。OK， 我并不是在替他脱罪哈。我觉得当一个领导者，他的确要好好监督，用到对的行政团队来处理对的事务，这是真的。但是有时候我不能讲但是，因为但是好像在脱罪的样子，我要避免这样讲但是哦。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要反过来回来问我们自己，在这一件事情的上面，我们做了多少的功课，做了多少的厘清。那我相信我们在凯道的伙伴们做了非常多的功课，跟用身体力行的方式在倡议这件事情。然后我们都以为大家都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对不起，我们是全台湾2300万人里面的一小撮同温层，我们真的是。然后更可爱啦哈，可爱的是，我们这个同温层里面连对这些都没有太清楚，我们就是很热情的支持。搞运动不可以这样子啊，搞运动还是要有论述，要很清楚的知道怎么样跟你的敌人打仗，对不对？所以今天你碰到包含我们都有应该要有一本叫战手册，如果某些行政单位他要一直跟你鬼打墙，一直跟你鬼打墙，你怎么回应他？但是对不起，他今天说有时候会是行政单位，他就是因为练就了一身很会鬼打墙的功力，你怎么打你都没有办法打破它，你知道哈？好，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回归回来再讲。我对于原转会的成立，的确就跟巴纳所讲的，其实我们抱着一个非常高度的质疑的态度，尤其是当我们在处理看到像党产会这个它可以有独立的机构，后来我问过顾律师那边才知道，其实人力也没有多少，然后一个人就当好几个人用。 OK， 所以其实当然调查权、人力、财力等等这些都是问题，但是我同时抱着一个想法，之所以愿意接受一个挑战去做一个和解小组的工作，其实我把和解小组比较当成是在做一个对话沟通的管道，而且我自己很清楚，我的对话沟通不能只有在原住民社群里面，也不是只有自己的人，而是要不同的世代，我们不同的世代在对待原住民议题的看法是不一样的，非原住民跟原住民的看法是不一样的，都市原住民跟从部落出来的原住民在看这些事情不一样的，还有呢，包含我自己的身份上面是一个叫做卡在中间的非人非番的希拉雅族，很多时候我碰到官方原住民就矮了一截，这个也是事实。我们在讲说没有人是局外人的时候，很多官方原住民据理力争在讲不分三原平原的时候，碰到平埔原住民然后就点点了，然后碰到平埔原住民是不是历史上面他的确是受害者，走到现在还存在，有没有资格成为原住民也不讲话了。我们要面对的是这样子的创伤，我们要能够去谈这样子的受伤经验。我觉得和解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我们都要来谈这些受伤的经验。好，所以我就开始要这种譬如说有一次某个会议，然后就有人就讲说啊，你怎么不要去跟凯道和解这样子。 OK， 我就想说不是我要和解，我不是我要来和解，我就觉得说和解很简单啊，回应两个诉求嘛，要不要回应这样？然后大家，我都觉得这很好笑，可是大家就不讲话了。对，这两个诉求怎么回应？哎，我们两个诉求现在都不见了哦，两个诉求还在，哦，在这里，对，
对，两个诉求在这里嘛，哈，好。那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这边落入一个非常吊诡的事情，就是我要拉回来我自己在，做研究的立场，我常常是用蛮 low 啦，我觉得很 low 啦，但是我觉得它很有用。白人的第一波自由派女性主义的论述观点来做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一直来说很有用。过去的公领域很多的参与里面，它是没有给女性机会的。当女性受完了教育之后，她想要参与的时候，其实又不给赋予真正的权利跟应有的决策权。所以第一波的女性主义很简单的，我对于他们的论述不感兴趣，但是我对于他怎么样积极的进入权力核心，找到你可以发声的位置去扭转的态度，我觉得这是一直过去十几二十年来我们很需要做的事情。我们也看到很多，为什么很多行政机构会是什么，在做决策的人你都觉得很糟糕，然后脑子不知道在装什么东西，可是你有没有想想看，是谁让他在那个位置上，是谁让他在那个位置上。然后我们对于不管是选举或者是任命，我们对于政府的监督常常止于投完票就不见了，然后你都在等下一次你要用选票教训他，对不对？大家是不是都这样？可是你为什么没有想过，我为什么不要在这一段时间好好的用我的其他的方式去监督，包含譬如我觉得我觉得我是那种比较心里面是很柔软但是外表很刚的人，所以我就是那种常常会骂人，骂来骂去，骂来骂去的。好，刚才还在某一个会的时候，我也是又很忍不住某一个部会的态度，真的是很瞧不起原住民的那一种回应方式，我就又火大了这样子。然后我就又开始很 sorry 自己，说为什么都忍不住。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假设我们没有让这个机会转过来拉向我们的话，我觉得以整体大社会的氛围，再加上这些政治的包含年金改革一大堆有的没有的，我不知道我们未来的方向会不会更好。但是我并不是因此就说那我们就是要容忍包容，我觉得这也不是不对应该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更可能的建构的方式，就是我们大家在这里想一想，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说，你们这里的一群人就是不够民意基础啊，就是少少的一些人啊，你们在讲的我们到底代表的是谁，对不对？好啊，那我们就可以来谈谈看，我们到底是哪些人，我们有多少的力量，我们要争我们要论述的要的是什么东西，而且是很具体，是一定可以办到，而且针对他的这些回应诉求。那另外一个很吊诡的事情是，假设我们都一直在用所谓的民主，然后它就是落入了一个叫做那个数字的暴力，对不对？因为我们常常刚才在讲选票的事情就是一样啊。好，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有时候都会很两难的，就是在想这些事情，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哦被控制住，被框架住了，但是我们一方面都很想表现我们现在是很民主很成熟，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来讲说，对啊，我们大家就是来投票啊，然后大家就是来表决，然后看有多少是对多少，这个就是最民主成熟的方式。以现在台湾的氛围，我们如果处理所有原住民的事务又是用这样的事务的话，我不觉得它会走到哪里去。那这就是有一个最好的例子，之前同婚的议题有没有，多元成家的议题有没有，假设我们都一定要寻求社会的共识，然后一定要多少多少 percent 的很多事情，它是价值，它是尊严，它不一定现在在这个时候是最多人支持的，因为你很可能阻扰了其他的那些人
的某些东西，包含他的危机感，包含他的不归属感或是什么之类的，对不对？都有可能嘛。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我就暂时先讨论到这边，然后希望把那这边我们过来开始针对这些，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很建构性的讨论我们的下一里路怎么走。尤其我觉得八月一号快到了，虽然我八月一号不会在台湾，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策略性的思考。八月一号我们可以真的做一些什么事情。哎，等一下，然后完了之前没了，我要控制了那个，我要 echo 一下，我也才刚从挪威回来，那个永州很 amazing 哈。啊，要重点要讲的是，挪威的国会才在前两三个礼拜跟萨米人道歉，不是道歉，也成立了一个真相和解委员会，他们也成立了 TRC、okay。好，我们接下来的 Q&A， 他听完以后应该，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很多问题。我们刚刚还没有讲完两个诉求，那两个诉求其实在这里的两个诉求，有没有人知道在这里的诉求是什么？为什么在这里？因为哲务可能都说我们只了解那个议题，可是我们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在这里的诉求，到现在也还没有讲完。除了这个拆六点啊，尊重所谓的自然主权啊，然后关于所谓的原住民的那个传统领域啦、啊，是在先啊，接下来才有所谓的公有跟国有跟私有之间的区别啦，等等后面那个，可是好像讲完了，为什么？可是大家去找那个原住民的这个什么原住民族土地及部落范围土地划设办法，大家去找一下。再一次哦，你们去找一下原住民族土地及部落范围土地划设办法，网络上就可以找到。找到这一个的法律的时候，其实在它公布的时候啊，行政命令公布的时候，它已经通过了，已经开始做了，即公布时日实施。目前是这样，所以现在就变成说，好像我们讲这么多，然后最主要那个划设办法，其实它还是在啊。没有改变啊，没有改变任何的，就我觉得大道理的，就是变成说我们的道理讲得很好，可是我们做不到。就是他多做了一些解释。那刚刚我们也讲说，这个行政命令出来，因为他自治体大，为什么就可以赋予他这个授权，马上就是这个就是行政权独大的状态啊，所导致的，因为所以他也是。它也凸显了出这件事情，凸显了现代法治的是在这个行政程序上面里面的某一些行政的暴力，就表现在这个地方。因为它可以不用跟你沟通，因为这个叫行政命令，比如说像抽烟的人一样哦，行政命令这样就过去就可以了，他就直接可以加烟税啦、烟圈哦等等这件事情，他没有跟你沟通，就觉得就要做了，这个会遇到一些问题。那所以大家如果还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回去查一下那个网络上查一下资料也可以看到。那拆六点的时候有放在我们这个文案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到那个其实讲的都非常好。那接下来的，接下来我们私有地的问题，有没有办法退回去？把这个行政命令退回去？那两位讲得好，我先就是一些感想或者是提问都在下午八叔刚刚说的这里面哈，我就是有认为是说，照这样刚刚讲者的逻辑来看，这些蔡英文讲的六点这美丽的词句，我们说要背叛他，照我用蔡英文的感受来讲的话，他应该会觉得说我们在冤枉他啊。不过他为什么他可以说这么美丽的词藻的一些文句，然后结果他做出来的一些政策，就跟他说出来的话就是背道而驰的。那这方面的话，我们不知道那个症结点到底在哪边，是不是他放任他底下的行政幕僚，或者是说他其实，比如说他做一套算一套，说一套做一套，或者是说放任他行政幕僚，或者也是他对一些议题的不够的一些认识，或者他只想要这样子蛮混过去，然后呢，假装让跟社会大众知道说，蔡英文都做了对原住民转型正义啊，他有在改革，不过他改革出来的样子并不是我们所期待那个样子。
那第二点是说，既然这个传统领域的话，这慢它只是个慢法一个行政，这像大家就把它当成是一个一般的公共政策，在这样子看似有点在做这些转正。我认为它其实它的高度其实并高层级高度不够，如果真的话，应该是要重新纳入原籍法，或者是用一个特别高位阶的一个法律去承认原住民们在这边的自然主权。或许这样子的话，这个社会更有一些的辩论的空间，这也是一种社会的一种学习的一种过程。简单举一个小小的，我的部落乌林格林贡，好在鹿野溪北四中溪的南边。那这个北四中溪的北边呢，是纳布我的先生纳布，他们现在被日据时期的集团移住政策迁徙，从山上1500公尺的地方迁到现在大概150公尺海拔。我这样形容，只是要告诉你们，国家的暴力是可以决定你本来是住山上的，然后他可以决定你把你硬是压迫到平原来。然后他们现在住的那里啊，通通都是私有地，是我的部落的传统领域。我们是比努尤玛雅卑南族，他们是布努布农族。自从他们来了以后，我的部落不再使用那个空间，不去举行祭典，不采集，不再过河了。但是我们家的老人还会，就我们住在武林，我住在我的部落，然后我们家的老人会跟他聊说，因为他来了以后，他跟我们住在出路了以后，老人家就会看到他从那里来，巴西告，他从那里来，他就想起了他小时候，他小姐的时候去哪里奇遇记，什么季节去哪里采集什么什么什么。可来到我这个年，来到我的年代的时候，这些都是未曾发生过的。我甚至都没有听过老人家讲那个空间的故事，是因为从巴西告来了我的先生，我们住在出路之后，我才有机会听到这个传统，我的部落的传统领域的故事。哦，我讲这么多，只是要告诉你，整件事情，整个主权要重新被确认。我们的部落对于我们传统领域的主权，透过这个划设办法被确认了以后，部落跟部落之间自然会形成我们怎么使用这个空间，它是下一件事。但是这个主权不被确认，一直要讨论私有地、私有地、私有地。对不起，整个巴西告就是私有地啊，他们从山上迁徙下来的时候就是他们家。那我的部落就不应该主张我传统领域的权利了吗？那我们就永远要失去我们这块土地的记忆了吗？我这一代已经没有了，老人家都还在哦。那我没有了，我接不上了，那下面就自然更没了。所以这个时间点对我自己的生命经验来说，传统领域在原居基法从来没有被定义过。但是在这个行政命令，原住民族群土地的划设办法里面，这个行政命令里面，它定义它了，而且它把它定义成，对不起，我先把书拿出来，书，绿色那本，我不要讲这个啦，我讲我真实发生。这就是刚刚阿凯在讲说啊，圣地啊，仪式啊，它其实就是白纸黑字的一个行政命令。对不起，我刚刚先放好，快到了。他说，本办法用词定义如下，这很清楚哈。他现在要解释专用名词，本办法用词定义如下：原住民族土地。好，第一点是原住民族土地。好，第二点，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土地。
OK， 他要定义传统领域土地，指经依本办法锁定程序划定之原住民族传统记忆祖灵圣地、部落及其猎区与垦耕或其他依原住民族文化传统习惯等特征可得确定之范围，这样是不是很好？听起来很不错，但是他最后讲之公有土地，就是这些事情发生的空间在公有土地上的才算。那因为这个公有两个字让整件事情变得很不一样，他原民会公告的划设办法将我们的权利限缩在公有土地上面。好，这个跟那个刚刚讲的那个先回应一下，这样就好了。我再讲一下，下一个，要进入权力核心。刚刚有人提到，是不是要怎么样进入权力核心？那以台湾目前的状况，当然就是透过选举，对不对？你讲的是这个吗？是哈。啊？为什么不进入？其实是有啊，但是就选不上啊。有努力啊，可是选不上，这样。然后原则上选得上的，一定是政党支持的。那为什么我们所支持的人选不上？因为我们不希望他是政党里面运作的一支旗帜，所以我们就是走一个很不容易成功的，到目前还没有成功的状况。有很想，可是到不了，没有那个本事，就是我们还在努力中。然后还有提到接下来的行动啊，要不要发起公民运动，我们已经在发起啦，只是公民不来啊。好，阿凯要跟他们讲，因为他们来。对对对对，就是我们一百我们一百，对啊，都没有来，我们已经发现我们148天都在做这件事啊。但是当然原住民族群传统领域这件事情非常复杂，它有很多层次。那我觉得政府在这件事情扮演最大的缺失，第一点就是他划设了一个错的办法，然后他不认错，这我的观点是这样。第二个是他没有好，那个蔡六点里面其中有两句话说，政府有责任带领主流社会尊重理解这个历史事实啊。政府做了什么？他就是继续混淆视听。我不想讲那个大政委啦，反正就是有各种奇怪的言论。张景生先生，对，张景生先生曾经哦，很多，那你介绍一下。不用介绍，他就是好像1997年有去那个喝花酒，然后被爆过料的，这你知道吗？不知道哦，啊，好，没关系，我没有那么关心他。他在去年的11月7号，在一个会议里面，高层的会议里面，他让原民会，哦，他是大政委，他跟原民会说，雅尼的挖矿这个事情啊，展延的这个申请哦，不需要諮商同意权，是他说的算。他说不用就不用。然后他基于什么理由？他基于的理由是说，因为他不是第一次来申请，他只是来展延，所以不需要知情同意权，他只是原来就有的权利，你再给他就对了，意思是这样。然后同一天，另外一个会议，就是刚刚我前面在讲的传统领域排除。传统领域限于公有地的这件事情，也在另外一个会议上面被他确认的，所以他很大，对，他真的很大。然后另外刚刚有提到一个什么，怎么回复什么，是什么？我没有写好。回复这边有提到一个回复，有人刚刚有提到什么回复的吗？回复权利还是什么？好。既然大家都不记得，我们就忘了吧。那个，我就是稍等一下，你们想要听的小，可是我今天是用学者的身份来的哦。
我先讲，我没有用任何那个什么什么的什么的来这边哈，是跟大家一起的公民这样子哈。那刚才有提到的，就是说那个我说的鬼打墙就是这样，就是我们一直就认为说这个是又规范在公有土地上面嘛。那你如果问制定法的这一群人，他就告诉你说，这是法律授给我的啊，授予我的权限，我只能依照原基法第21条划公有，他后面就基周边范围的公有土地哈。那他就说你要去找啊，原基法从设立一直到去年还前年才真的修过法，然后修的法就是修那个21条。好，然后他就说你怎么不去问那一个提修法的立委，谁本来是谁，对，好，郑天才，好，就是你讲的对，就是他们就会讲说你怎么不去问他，然后大家就问了郑天才了，然后我们还调出整个的立法院的这个整个的发言立法意志等等。好，问题就戳在一个，如果你们念法律的人都知道，这个就是有一个叫做灰色的解释空间，他那个逗点没有逗到。但是当他逗点没逗到的时候，你回去看立法意旨的时候，你也知道他讲的不是指限缩在公有地呀。好，所以我在讲的鬼打墙，其实某个程度是这样子哈，也就是这样。好，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弄到最后就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有关原住民族的事情，演变到最后有一种叫做 Kimoji 的问题的，我觉得可是私人的感受 Kimoji 的问题的，所以其实他有可能转换的，他有很可能去做一些妥协协商，提出很多不同的解套，最简单的方法当然就是他拿回去重新改这一块嘛，对不对？那是但这边有一个第二点叫什么？原民会主委已将下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请问一下那个主责机关，他愿不愿意拿回去？会不会拿回去？我对我们来讲哈，我这个就是真的是讲，你拿回一个东西，代表的是你真的承认。就像这边讲就是有错误嘛，啊，的确他是有错，可是他也没有觉得他错那么多，因为他真的觉得他依法行政，他真的觉得他很努力，过去空了8年的政府通通什么事都没做的，现在依照蔡英文政府的这么积极，我这么有积极作为，但是我一做任何一件事情就被骂到臭头，所以我觉得这个情绪的确是真的有的。好，那我觉得这整个我们就要回归回来看长期的原住民社会，包含原民会，它在整体的这些阶层体制里面，它是真的是被看得很没有的，真的没有任何部会理你鸟你。但是因为蔡英文总统的这样的一个道歉，对原住民至少我觉得让很多部会它其实是有改观的，包含林务局，包含文化部，实际上这些部会包含文化部的文资局，其实过去不见得那么样理解原住民社群的这些需求，包含最近才7月18号文化部才修改了文资法里面的第13条，现在认为所有的地方这些它就是要纳入在地的资商同意，我觉得这些都是因为至少有一个高度展现了这样子，但是某一些部会我们很关心的它就是动不了嘛，很可能过去就小算了哈。那我要谈的就是说，那具体到底原转会里面被要求要做什么事，这都是公开的哈，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总统府里面有设一个官网，那他会把每一次原转会的真实的就一刀不剪完整的呈现，立刻呈现，而且有打字幕，而且还有手语。好，那你们可以去看看，那指示的非常清楚，土地小子其实被赋予很大的责任，因为大家对于土地怎么流失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议题提出来，然后很希望可能先处理的就是整个尤其是东海岸的整个台糖怎么样，从日本人
的从日本人日本时代接收，然后到日本投降的时候，然后就整个转给国营事业，然后就不见了。其实包含雅尼、台尼很多也都是这样子，包含很多林务局的这些财产，新化林场很多大学也都是这样来的，都是原住民的传统领域，然后就不见了，然后就直接交给国家国有。那这些会是在原转会里面的土地小组里面透过调阅资料来做。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说那个所谓的调查权哦，我觉得我们在想象的调查权比较是在谈这个我们一般在讲的转型正义是对民主侵权的这些在谈的那个调查。但是今天原转会原住民议题在谈的调查是谈过去400多年来的这个历史，所以有非常多的东西是属于历史的 document 的大部分。好，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调查，我后来我也被说服，假设今天总统府没有办法用指派你可以去调阅什么，你可以调阅什么，至少我很清楚知道如果我要调哪些国史馆的资料什么，其实我可以透过这些管道去要的，因为他的调查不是在做所谓的 investigation， 是在调什么人证哪来的，目前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我也认为说，假设我们这样 run 了一年，或者是说到了一个阶段发现他真的就是完全行不通，我们真的可以来要求有一个独立的机构来处理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因为我们就试了嘛，那就真的行不通嘛。譬如说，假设我们要预算有人力来处理这么庞大的工程，然后各个部会也不鸟你，然后国家的主机又一直说不行要这么多，然后你不用人力等等，然后我们这些都无稽之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当然就可以拿出我们的经验告诉你说，我就是真的在这里面，然后你什么都不给我的状况之下，对不起，我必须要讲说，因为我这样的经验使然，我认为真的是应该要这样子的一个独立的机构。那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去推这些东西。那我有一个很具体的建议，就是说我们自己在看，我们觉得那个民族议会强不强是一个未来自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那目前我们知道那个卑南族的民族议会非常的强哦，他们已经现在走到一个蛮前面的位置。他们过去从2008年，他们说他们就一直抗争，台东县政府，然后抗争，卡大地部嘛哈，就一直抗争的也非常的累。但是他们也没有放弃，没有民族议会很强的时候可以怎么做？他们推出来的原转会的委员是年轻人，然后是原民族议会的形式上面去指派的，因为原本卑南族是不愿意产生这个委员的，因为卑南族认为说，我就是觉得你这个委员会原转会就是不三不四啊，就什么不是，就是没有权力，没有什么，就是一开始这样，所以当大家用那个推选民族的那个代表的时候，他们是缺席的，而且表明说我不要。但是后来经过协调，透过民族议会的形式产生了一位年轻人，这位年轻人他就有义务把族群的意见、咨询的意见拿到原转会里面，他不是代表他个人，他原转会里面发生的事情他要回来跟民族议会报告。所以民族议会里面他有成立几个工作小组，那这些耆老们就真的可以是以训示的方式，或者是指导辅导的方式，让年轻人去做这些事情，而且他有很明确的窗口，譬如说有和解的、有土地的这样子的一个窗口。所以至少我知道他们已经讲从现在开始很积极的，就是很主动的把权力抓回来的方向，就是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是跟和解跟土地，因为土地就是很急切的关系。那为什么要跟和解小组对谈？因为很重要的，他说道歉完的我也要跟你和解了，那你用什么展现你的诚意？那
我的工作里面会有研究国外的和解之后政府做一些什么事情，包含可能提供一些赔偿的基金，设立基金，设立信托，做教育，做培训的工作。那我就在想说，假设卑南族的民族议会他们可以这么做的话，他或许可以是一个 model， 可以去给别的这些族群从下而上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去 push， 让他这个工作能够做得好。好，我们接下来大家，我拿这个的部分是说，刚刚有个朋友讲那个传统领域，然后它可以变来变去啦，可以流失。你可以看到一下这边呢，它那个应该是被流失了。哦，他们看到当时有很多在画原住民的活动范围。哦，在日治时代或日据时代，他就已经在做这件事了。那因为他们来的时候要做一些土地的调查、活动范围的调查，其实可以看到时候就要没有，就是他们的。哦，所以就是他的传统领域，就回到我们开始讲的。传统领域的，我们现在讲传统领域会好像它是自然移动的，哦，你自己要换到另外地方，然后所以你的传统领域改变了。可是万一它是被移动的，就刚刚邦奈讲的那个最清楚的例证，它其实上不是自愿的，它是一个有一个外来的力量强迫，或者我们现在称之为叫殖民的力量，外来是导致他们被迫迁离的。那这个才是我们比较要注意，所以我们在对传统领域这种看法，我们就不能说以现在的角度去看过去的传统领域，或者以现在的这种国家对于土地的概念方式去看传统领域，不然就会没有转型正义的问题。啊，这个是大概是，所以这个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那我们再两轮好不好？好，再大家还有问题，一、二、三。蒋总你好，那关于传统领域的问题，我想已经谈的很多了。那我觉得刚刚谢若兰就要讲一个还蛮有趣的东西，是我们的原住民教育这件事情没有被深耕。那我觉得不如在这场你跟大家来谈谈什么是原住民主权。我想这边没有人能回答这五个字吧。然后再来是，我也希望能就马大的一些感性的经验跟我们说明原住民主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它对于原住民族是什么样的存在，除了学术上的文字要去理解这件事情，我们还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更理解它，更具体化它。那还有再一点是，我想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可以思考特权这件事情。特权是指什么？汉人究竟有多少特权他们所享，而原住民是没有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这以往的论述，常常说历史争议什么的，我们都能去触及到的问题。我认为在论述上这一点可以去思考，比如说为什么汉人可以不用关注原住民议题这件事情，这可能就是他的特权，因为我的族群没有遭到压迫，我的族群很自然而然的发展。这是我认为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是这个特权不是理所当然的，它可能是在一种结构上或体上压迫所形成的东西，所形成的一种红利，这样子。对，谢谢。好，大家好。然后其实我对那个传统领域的概念还是不是很清楚，就是刚刚有讲到，它可能会是一直移动的，然后是不是曾经有活动过的地方就算传统领域？然后我刚刚一开始有听到，就是还有一些跟私有或共有，或者是这些概念会有一些纠缠啊，所以我不知道到底传统领域算是如果真的有划分，就是以后真的划分，那它之后会是怎么运作的？是大家一起共享吗？可是在人口很明显变多，可是资源稀少，它要怎么去共享呢？就是还有老师刚刚在一开就是有讲到那个，比如说那个不平等的起源。在讲那个，可是我的想法是，在现在这个资本主义还有私有制在这么盛行的，在全球这么盛行的样子，那我们有没有办法真的去做到一个所谓共享的事情这样子？对，然后还有刚刚谢老师也中间有提到的那个把女性主义的那个一开始是怎么进入
进入主流的议题或者是获得权利那部分的研究，能不能多讲一点？然后我有三个问题要问，然后第一个是，就是我比较好奇的是原住民的议题都用视线的方式来解决，然后这是好奇，可是我不知道，然后，哦，为什么用视线呢？因为第一个，对对对，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可是我刚刚想宪法上面，因为同婚是至少以他的例子成功，可是我并没有发现宪法上面，因为宪法它是很笼统，可是它并没有办法针对。就是特别民主，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 power 或者是一个启蒙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要问的第二个问题是，刚刚巴纳有提到那个您的丈夫是来自另外一个族，然后像那个现在你们原本的那个传统领域变成另外一个族的可能是私有地或者他们现在居住的地方，那您想象中如果今天传统领域我们包含了私有土地之后，那个土地被使用的情况会是怎么样？ OK， 然后我第三个问题我忘记了，是不是在学哦？第三个问题是林务局的共管，你老师你会怎么看这件事情？谢谢。好，刚刚我从最靠近听，最靠近这个时间点，就是私有地要怎么使用，对不对？好，首先我先简单的引导你理解土地，它并不会因为画上你的私有地、你的私有地、你的私有地，台湾这个岛会变大或变小。台湾这个岛不管有多少人是拥有土地权状，这个岛就这么大。先要有这个概念，就是说你先试试看，把你对你所理解的私有地、使用土地、私有地这件事情。而且我告诉你，台湾这个岛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好，你有没有办法有这个概念？或者是你只能认为你家才是你的，全家是别人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感知的问题，就是你对这个岛有多少感受，你对土地有多少感受，你才可以打开你原来所习惯思考土地这件事情的一种逻辑，才可以避免用大政委的逻辑来跟他过招。这样，我认为是这样。原住民族在使用传统领域的时候，并没有谁的这件事，但是它确实是有范围，各个族群也都不一样。比如说这个家族，他要使用这个地方，他可能是埋石立约，他可能跟哪个家族立约，石头被埋在土里，然后这是一种约定，它并不是透过法律，有很多很多种形式在使用空间，但是就是没有使用所有权。好，它是谁的？它是每一个人的。但是我问你哦，你进到传统领域，你有能力吗？你今天进森林，你有能力活着出来吗？所以请不要停留在他是谁的这件事啊，怎么使用这件事。我觉得是说，人当然在人类的发展的过程里，当然有人定胜天的阶段，我们也很成功的，很多的建设都是因为人定胜天，所以可以把山洞开进山里面，然后怎样怎样怎样。但是你只是一个，当你只是一个个体，手无寸铁，你进到一个你并不熟悉的空间的时候，你怎么面对你的生存问题？这又是另外一个层次。所以我认为我们千万不要跑太远，也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关在冷气房里面，你就能解决大自然里面的困难，它永远是有很大的落差。然后我接着讲林务局这件事，要怎么样跟林务局共管？我自己的经验是说，你问林务局林先生，请问你哪位？你凭什么说那是你的？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我要照着这种逻辑去思考问题呢？
明明我的祖先原来在这里生活啊，我的祖先使用资源跟制造污染，它是很平衡的，所以不管是山，自然被保护得很好。于是我们这四百年来来了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族群的人来了，都还是在这个岛上过得很好，我们一样还是很富足啊，我们没有什么人饿死啊。可是现在更多更多的开发造成更多更多的困难，这件事情我们要不要一起来思考？我再讲一个我自己的经验，你们去过资本吗？去过的请举手。好，很好。我小时候去资本洗温泉是带锄头跟带锅子的，锄头是因为要挖一挖涌泉会出来，垒好石头，然后把冷水引进来以后，我们就可以泡温泉了，不用钱，而且是很干净的。因为我小时候40几年前40年前是没有什么，只有一个饭店，只有两楼，小小的。那你们现在去一定跟我小时候是不一样的嘛？我们小时候就直接，你要进去温泉的时候有过一个桥，我们是一过了桥，我们就走到河边，我们就开始挖。那带锅子是因为要玩很久，会很饿，就会煮面吃，这样。可是现在你没有人敢再去洗野溪温泉。我最后去洗的时候是2000年，17年前，可是已经是很勉强，很勉强忍受一种，只是一种想要对童年的一种某一种，这个时空，这是我以前小时候会来的地方，可是为什么我现在这么乡愁？我感觉到我好思念我的故乡，我明明就在我的故乡，可是它已经变成另外一种样子了，这样。所以，好。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大家要来想，就是这个岛它因为时间的过程，它因为发展的过程，它变成跟这世界真的是你想要的样子吗？很多时候我不认为是我想要的，那我是不是要自己做一点什么，让这个世界可以更符合我所期望的样子？那每个人当然会有不一样的答案啊。好，我再来讲林务局，林务局很厉害。他就是这个国家从日据时期呢承接了土地政策之后，有一个叫林务局，就接收了很多很多的国有地，然后很多林务局主要就是管山上嘛林业，然后当然也就拿了很多珍贵的木头，千年木头都搬下来就卖掉啊，卖掉了之后，因为如果你是种苗，你是做苗圃生意的，你就可以去标一个。标一个几千公顷，好，你就有几千公顷的苗可以卖出去。那你标了以后，国家会给你钱，就进去造林。所以台湾有很大的困难，台湾的森林的生态有很大的困难，是因为有40-50年的人造林，面积非常的大，多大？37万公顷，这是林务局给我们的资料。37万公顷的木头，好，都是40-50年。然后大面积的单一树种，几千公顷、几千公顷、几千公顷种同一种树，因为我走过很多趟，所以我亲眼见过，我知道那个是多么可怕的情况。人造林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单一树种只有一种树，它没有大树，它没有小树，它只有一种树，长一样高，非常的干燥，整个地表很干燥。这件事是谁做的？林务局做的。可是林务局有任何一个人为这个政策道歉吗？为什么现在会有土石流？因为森林已经不保水了。每一次只要狩猎，原住民的狩猎被警察抓去，然后怎样的出来开记者会，动保团体出来骂原住民，把野生动物打光了。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学者出来说，林务局都是你们把野生动物的栖地剥夺了，有27万公顷的野生动物的栖地被你剥夺，野生动物当然变少。不会有一个学者出来为原住民族狩猎文化讲话，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要做植物调查、动物调查，他要去跟林先生申请经费，所以他们即便知道了，他们也尽量不多说什么。
以保他们下一次申请研究计划的时候有足够的。对对，我真的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岛上在发生的事情，讲真话的人太少了。每一个人都练就了一身很厉害的功夫，讲刚好的话，可以被接受的话，讲得很像很有诚意，然后也很认真的做事情。可是真的讲真话的人太少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样讨论所有所谓叫主权的事情？我们回来研究我们自己，我们身为一个人，我们要别人来赋予我们主权吗？这是一个有问题的题目。所以我觉得事情走到最后就会变成是说，你生活在这个岛上，你怎么样面对未来？你会持续的生活在这个岛上，有一天我们可能都会死在这个岛上，那我们有什么应该要努力的？是去争取别人给我们权利，是这样吗？我觉得真的不是这样。尊严也不是你去跟人家要，人家给你一个证书，说我给你尊严，你就有了。很多时候真的是自己面对自己生命各种面向、各种层次，然后你决定当一个什么样的人。当然，很多的问题现在都不会有答案。可是如果你愿意当一个追求那个像我一样，当那个愿意追求而且持续追求中，其实你说我真的知道我在追求什么吗？我其实是在追求一种美好的感觉，它非常抽象，但是当我感觉到不美好，我就会有感觉，我就不要那个，所以我就可以持续去做我认为是美好的。我的意思是这样，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坐这里就有答案，没有。喂，醒来了。我也很赞同，不是坐我们坐在这里就有答案哈，对。但是主权哈，就这个原住民族的领域或是政治学上面，他在讲的就是一个国家最高的主权，自觉、自治，然后你排他性的。所以如果用英文字眼来讲，我们其实也都不太，我其实我都不太讲自治的，因为自治其实还蛮低级的，他要讲的是一个叫 sovereignty 的那个概念。那只是在一个当代国家的形成里面，我们是国中有国还是国家对国家的概念，或者是我们要鼓吹的是原住民要独立的概念，好，而我们在看这个主权概念就不一样。可是我们要很清楚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做的这些民主议会的推动，因为现在那个自治法的草案大概也要推出来哈，那这些都是为了要实施让民族的这个自觉权更有力量。那这个民族的自觉权就会要回归到那个国际法上面。我们台湾的原住民现在都叫原住民族嘛，对不对 ？Indigenous peoples 加 s 嘛，不是有人跟没人或是复数的单数的概念。它是一个有可以行使 self-determination 自觉的一个将权力的主体，所以对原住民族来讲，每一个族群它都是一个国家的概念。那只是我们现在在当代的国家，我们要讨论的是国中有国或是国家对国家的概念。好，我觉得就是对主权是这样子，不能去怀疑原住民没有主权这件事情。也不能因为现在很可能，譬如说有些人都说，那原住民还没有被培训好啊，然后没钱啊，没人怎么有主权的概念？对不起，不是这样子。如果你认为是一个国家的形式，它就是不会被这些限制哈。那再来就是谈到就是说有关怎么跟林务局共管的事情哈。其实大概就是林务局有做了一个自己简单的，就是过去的错误，很简单很简单，然后也觉得也算是历史的一步了这样子哈。那之前我记得我们在这边台大的时候，其实也曾经过去跟林务局谈嘛。那其实我听到有很多我们的朋友就讲说，其实林务局的态度其实比原民会更好，对不对？好，就说因为林务局的态度就是说。啊，你的诉求我听到了。譬如说，我记得尹命他们谈的就是说那个漂流木的使用，
那我可以拿来做艺术创作啊，而且这就是我们最在行，而且这就是我们的职场，我们为什么不能用？那当时这个局长他就很立刻的说，对，这个一定是可以，就是很立即性的善意的回应，而且他的后续的确是做的这些基础的这个报告。好，那但是这样善意的人，老实说在社会并不多，因为包含他在整体林务局的体系里面不见得受到那么多的支持，因为过去的这一群人就真的是我们很讨厌的林先生，这是改变不了的。他过去一直就是认为原住民是捣蛋鬼，然后原住民很喜欢偷盗东西，偷偷的拿红章啊，然后偷偷的狩猎这些等等的这些，很，这是刻板印象。好，所以其实包含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为什么在六三零的原转会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委员是一致的肯定，而且都提出来，就是说过去我们最讨厌的就是真的是这个林先生，然后刚好现在局长他也姓林啊，然后现在的这个林先生好像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他是不是真的能够有去做了一些改变。那至于共管怎么共管，我觉得不同的民主议会他要有，我们刚刚谈到主权嘛，所以我们要脱离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一致性的想法，就是它一定有一套的规则，它就怎样。每个民族就是不一样啊。如果我们以官方十六组来讲，它就十六组不同的方式概念去处理这件怎么共管的事情。好，那我们就是拭目以待，看各个民族议会它可以怎么样跟林务局共同商讨这样的机制。那我也认为那样的机制可能会比较好，否则现在共管办法都有。譬如说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也有一个共管委员会，然后林务局在各区的也都有共管会这样子。那他的办法就是都很自私的，你一定要一半以上的原住民委员，然后再加上一些专家学者，然后再加上一些当地的这些政府相关的机构的代表这样子。那通常大家都不会想要惹麻烦的情况之下，那些原住民代表怎么跑出来？我举例来说，那个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就是请乡长，然后就找你认为适合的人来讲，那你就知道这后面的政治势力的等等这些，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啊，那选出来这些共管到底就对，就是他有那个样式，有那个形式，可他实际的操作上是不对，他又不是真的由下而上用民主议会的概念，所以我会认为说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会比较好。那至于说怎么样的视线的问题，请问一下中华民国宪法的固有疆土领域在哪里？这是不是一个传统领域的概念？你觉得可行吗？中华宪法在哪里制定，然后拿到台湾来用？他的都到征修条文的时候才有原住民，然后原住民又是被纳在多元文化的脉络底下的。对不起，我不认为这个有解。OK， 所以视线我不认为视线有解了，因为我觉得原住民的议题要拉到更高的层次，譬如说。我们对两公约我们是不是有签署，而且把它国内法化，对不对？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是那个世界原住民族权利宣言也让它国内法化？那今天我们在原会会有很多委员都在提这一件议案，那当然我们的主管机关就说，可是我们已经有原基法了，我们不需要，但是我们的讲法就是它不相冲突的，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个最基础的标准，因为我们只有92% 的这个是 match 到世界原住民族权利宣言，那更何况世界原住民族权利宣言它只是一个很基础 basic 的 meet 那个 minimum 的东西。好，所以女性主义的这个东西我很简单的讲一下，不同波的女性主义有不同的做法。第一件事情是你要那个 self 那个自觉，那个自觉就是觉醒，说你是在这个被压迫的体制之下的一个人，对不对？那所以我整个人不管从性别从族群，然后在族群内部的这个熟番生番的里面，我觉得我是有多重的被就是叫做什么压迫的人，而且是试图的从边缘要走向中心的人。
那女性主义的第一波的这个，我觉得我唯一可取的一个地方就是说，透过让你取得决策权的 decision making， 在决策圈子里面有讲话的声音，而且是要完整的参与，而不是只是一个装饰性的角色。我们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委员会都是装饰性的，你要有一些女性代表，你要有一些其他族群不同族群的代表，但是这些人他很可能到决策圈里面去讲话是没人鸟你的，因为大家知道你只是来当花瓶的，你只是让我们显现我们有多远，让我自我感觉良好，然后去的人也觉得我好像在重要的位置，可是去一吭声都不肯放。那假设说我们珍惜了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去认真的做一些事情，也理解了它很可能在结构里面的一些限制，或者是它很可能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或者是我们在推动这件事情的进程当中，它是有分不同阶段的。那或许我们可以扮演着类似里应外合的角色，有些人就很积极很大力的去推我们要往前走100步，但是我们在这边可以去试着拉在里面还在50步的人往前面走30步20步，我们试图的去沟通，那那些一定要走100步的人是不是可以接受，我们如果走80步现阶段好不好，我们暂时这样子可以来接受它。我觉得如果说我要定位我在如果能够在有一点点小小影响力的单位当中，我是在体制内里面去对抗那些自己封闭自己的体系，然后可以让我们刚好借着这个机会来好好做一些事情。现在9:45，看起来大家没有离开吗？没有离开我们就再一轮吗？再一轮的问题。1、2、3、4、5，好，我们就5个问题，来。老师，大家好，我想说，刚所提到的，其实大部分，我个人认为说。可能都还是程序上的问题，如果讲一句很实在话，我接触到很多人和包括河岸原住民，包括多数的原住民，包括曾经也有从原乡过来的，可是从一开始28那时候到现在，我一些的原住民朋友，包括山阴部落，包括西藏部落，包括小袜子部落的那些朋友，他们来参与了多少人，我亲眼目睹没有多少。回过头来我就想问一下，我就有一个问题，认同的问题，因为我有一位朋友，他也是原住民，可是我很奇怪的，每天看他脸书，就是会有一种很负面，就有点三言三语。那我们就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内部，刚刚我们提到那么多的那个，好像法规啊、程序啊那些的，我想反问大家，就是说，原住民朋友，全台湾，包含达悟、包含绿岛、包含甚至澎湖那边的所有的原住民。对于这个运动有没有一种所谓的认同感？如果有一个认同感的话，只要像把那南部那种辛苦的往前推，像刚刚的老师讲的一样，很多走100步，但是有人就是把你扯后腿，而且是我们原住民族的人。如果说大家能够团结一致的话，那个力量大到可以跟那个纽西兰、澳洲他们的原住民毛利族的人可以骗人，骗等同的话，我不相信那恰恰比
他就不不再认认罪。这是我的问题，如何要把那个族群认同，我们这原住民族群认同认同的问题先解决，然后再处理这些问题，好不好？谢谢。不过这个问题可能是在任何的情况都会发生嘛，任何情况，就是他刚刚讲了，帮我们去谴责某些人，那、你为什么不起来？真的还要跟他们一起玩？都是他讲的就是一群 free rider， 过的时候呢，过的时候他可以沾光，但是没有过的时候他可以嘲笑你。哎，这个就是这样。那有时候我们在反抗这件事情，当然我可以送给大家一句话，其实有时候你的反抗只是不要让别人的堕落拉着我们几层楼，其实他也不是为了真正为了好像不是没有那么完全的利他，有些时候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带着他们一个运动的时候，可能就是他们就是少数人，可能慢慢可是你如果刚开始一开始这样想的时候，我们想说、为什么要帮这些人，这些人都这么自私，可是当我们这样一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刚好就变成跟他们一样，懂我意思吗？所以这里面呢，会有一个可能有些要自我鼓励的，有些人实际上你只能在像我们今天在谈的时候，大家都说啊，我们都是同温层，同温层很好啊，同温层在起来它可以驱热，然后慢慢那个热量可以散出去给别人。可以散到什么的，很多东西团结当然是慢慢形成的，所以有时候你开始我觉得在做运动有时候要了解人性的脆弱，对，那个那在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可能我们在做这个事情不会那么容易失望，对不然等一下没办法的，因为还有对，好，来，我们还有第二个，我们先给你要走了，求求你们给我十分钟好不好？来，我们要不要？赞成的举手。那应该没有。你要举手。我还没有问好。好，你没有，我说你要来。亲爱的，我很累了，我要回家睡觉了。你们借我十分钟讲话好吗 ？OK， 我叫三八字，这是我写的张姐姐，我是女性的，我个人以为的。没有，你不要先等一下。你今天要讨论这件事情，你既然已经问他们同不同意了，然后就来问他，让他们，哎，大家同意的举手。哎，很残忍哦。啊，反对的举手，然后不决定就是被决定了。先不要这样嘛，你都还没有讲，你不是要讲十分钟吗？没有啊，你要用多数决的话，他们就不知道我是谁，他们就不会举手，所以后面的你又不算，只算这个前面的小头。你已经表演完了。好，对了。好。早上八是你的。谢谢。他们都是我孙子嘛，你是我儿子嘛，三代同堂，你没有饭吃。我们老人就叫边缘和弱势啊！拜拜，谢谢你们。好，好，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有第二个，刚刚还有一个这个。大家好，我想请问一下谢老师。我是纪录片导演郑立明，之前拍过一些跟西班牙有关的那个题目，我也请教过谢老师。刚好那个刚刚讲到三原跟平原原住民的问题嘛，那现在平埔原住民也即将要被取得法律的承认的前夕，我想请问一下谢老师，你对接不接受说用平埔原住民这个名字当作目前的一个政府的一个定位啊？那另外一个问题是，那也即将要获得法律的承认的前夕，那未来它是不是一样跟现在的原住民一样？
样也有传统领域的问题呢？那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谢谢。就是，我觉得就是刚刚就是讲的展示提到的，就是民主议会，就是当做一个就是类似国家的一个就是单位，就是我觉得这个，觉得蛮合理的这样。然后就是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因为既然是就是整国家或者是国家跟国家的就是一个关系，就是建立这个关系的话，就是可能会牵涉到它就是各种，比如说经济啊、政治，或者是就是另外。其他方面的就是利益方面的冲突，那这个东西就是有没有在国外的例子，或者是就实际就是在其他就是地区的例子来就是讨论说，就是这样的模型其实，可以就是避免就是可能会发生的一个就是冲突的模式。这样，谢谢。好，大家好，那。我的问题是因为我现在是个大学生，然后其实我学校比较偏远，所以我很难过来帮忙，但我希望能够让自己有力量，可以让这一题扩散出去，所以如果试着在我生活中让这样更多的朋友一起能去了解这个议题，但我会不会太小声？还好。但其实我发现我很多周的很多朋友，他们其实对原住民族这样的概念是比较陌生，或者是。还停留在观光，停留在一个类似禁止的文物的概念。那我发现这些点其实我挺难过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在理解，在我在思考过，反正他们理解这些议题，理解到，在听过我对于这些事情的论述，然后请他们去看一些资料过，他们依然保持着反对，或是觉得哦，为什么一定要划设办法？为什么一定要还给原住土地时，他们带着的是一个。他们对这个民族陌生，他们感觉像把自己的财产交到陌生人手上，但他们很少看清楚全貌。那我觉得其中更多是情感的问题，但不得不说，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实际面然后发生的现象。那我想从这一点上，因为我觉得它有点像是我最近遇到一个现象的死结，因为我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我就不太知道该怎么做。我很想跟他们说，我认识的很多朋友都很温柔，那他们跟在。这块被拿走的土地上很多就是他们原本的记忆，但我发现这些论述可能说不通，或是对他们来说他们无法接受。那我想听看大家，就大家可能对这样子的现象有没有什么可以给的意见？这样子，谢谢。好，那个谢老师，我是国总。那个 OK， 我是台湾教会公报，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媒体，台湾教会公报的记者。那老师，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就是在320的时候，那时候我有采访，就是在扭转会里面当中，我先说撒克拉雅，撒克拉雅，就像老师刚才讲，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民族，他们都是有受伤的经验。原住民族他们有受伤的经验，包含老师您希拉雅族也有受伤的经验。可是我们也知道，撒克拉雅族他们也是有受伤的经验，他们受伤的经验也是非常的深刻。那这个撒克拉雅的这个委员呢，他我不说名字啊，老师您应该知道是谁哈。撒克拉雅这位委员他有提到说，在就文献来说的话，事实上他已经推到了400年前。老师，你刚才讲到的是说我们在追究这个400年前这一段的。对，那他往前推到更往前推，推到400年前去。他说，在这个文献记录上面，在1636年就有文献记录撒克拉雅存在。所以说，历史的传统领域到底是谁的？他是以撒克拉雅的身份，到底是谁的？那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去谈的话，只会增加原住民族间的矛盾。这是因为原住民族的代表他所说出的。会增加原住民族间的矛盾。那另外呢，我们要尊重汉人的意见。那我不喜欢用汉人这两个字啊，因为可能他是这样讲啊。另外要尊重汉人的意见，因为以他的部落而言，他的部落而言，汉人的人数就占了80%，所以划设呢是进步的，没有错啊，是进步的没有错，但要一步一趋，否则一次到位的话会造成社会的动荡。
好，那所以说从这个萨克拉亚委员他所讲出来的，这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小点，可是这个小点就看到了整个的它复杂面，整个传统领域我们在讨论的整个复杂面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像老师刚刚讲到了，不单单是都员非都员之间的问题，是从这个点上面就已经谈到非常复杂。所以老师我想问的就是在原转会这一边，可是原转会它本身又没有一个 power 的那个权利，就是国家赋予它的法律的那个权利，然后呢因为要回到了国会里面去探讨修法定义，那在这个问题当中就这么一个，我要讲的是从这个点当中它是呈现一个非常复杂的，可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谈的是传统领域，传统领域我们也都支持传统领域，可是这个的问题在国外的当中是不是好像国外好像也没有像台湾的这个状况这么的复杂，台湾是非常的复杂，所以这个问题的话老师你怎么来去诠释去解释，尤其你经常也在国外当中去做一个研究，在这么复杂的这个传统领域的这个议题当中我们怎么去解决，甚至是我们的族人能够去争取到自己的传统领域以上。好，那个我就针对几个先传统领域先来好的哈。个别委员的这些说法哈，当然每一个委员每一个人委员不一样，因为他有他的这个背景然后的这些因素哈，那我就有谈过，譬如说大部分的三员其实都很希望这个法就立刻通过，因为对三员来讲他所有 的土地通通是公有地，所以他不会去考虑到私有的这个事情。那但是我觉得对原转会的整体来讲，就是说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他试图着从大家去谈不同的族群带出来的意见之后，我们透过一个才是的高度，然后呢以他的设置办法来讲，他是交由原基法推动会以及其他相关的部会去做研拟，也就是说他这样的一个机构其实不能凌驾了立法机构，那我们这样其实是不对嘛，好对不对？好，所以我就这一点要先理清，就是说并不是在原转会之后讲了就算，而是我们在澄清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必须要去做调查，然后调查完了之后有哪些事情我们需要去做。所以你在谈的这个传统领域，为什么我们会后来我们跟定义在那个四百年，其实也没有一个定义，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做的这个调查，它历史的调查必须从文献里面去着手，而且如果以我们现在要对它是当代有意义的话，我们必须要能够看着他在这边所谓的接收的过程当中他是怎么样的脉络由来的。那现在更重要的事情是这个传统领域的划设其实是需要加入现在的族人怎么在看待，因为包含我们刚才有谈过，就是他很可能经过迁徙，他很可能有重叠的地方，但这些都不会去影响到他的传统领域他的认知的事实的范围是在哪。那也不是说有了重叠之后就一定要打架，也不一定是要这样子哈。所以这个东西是要落实回归到不同的族群，他重新去建构他的记忆，指认他的这些生活传统的来源是在哪里，重新去建构那个关系。那至于说国外的 case 可以怎么做，我举两个例子哈，纽西兰跟澳洲其实它就是等于是纽西兰，因为它是有 Waitangi Treaty 就是那个缔约，所以它跟那个英国女皇跟这个不同的毛利的这些长者头目去做了签约之后，所以它后来的这个法院 Waitangi Tribunal 它就可以透过这样子去进行法律上面的这个 claim， 它要把它的土地要回来，甚至包含教育权都要回来概念，而不是我们很多人可能想象就画了一个叫那个土地，然后画完之后就我们自己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好，所以纽西兰是这样子，然后他透过那个成立基金的方式去赔偿去补偿他过去的伤害，包含在教育权的上面。
那澳洲呢，它有一些传统领域，包含整座的山、整个森林，它是归还给原住民的。那但是归还之后，其实我们大家还是要用怎么办？变成是它用象征性的方式，你必须要付费，大家一起来使用。好，所以他这是另外一个方式去承认，说我承认你的先有主权，而且这就是你的传统领域。但是我们现在在当代的国家，我们可能要共用这样的一个地方，变成我跟你承租共同管理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是以原住民为主体的。加拿大它有一些地方回归回来，它是会变成是还是有部落主体的。譬如说某一个语种，它一定来源是来自哪一个山区，然后那是属于哪一个族群的，所以它就可以去定义说，我每一年我只卖你多少个语种给你，那你不能自己去繁殖。那它就是在执行实施一个自治，一个主权。那这样的主权其实是跟经济有相关的，你必须要能够去很清楚的定义你在这些地方之后，你不同的地方它可以去实施这些事情。所以国外的例子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在国内看到了原转会这个个人的委员的讲法，很可能是因为他的个人经验不一样。但是我必须要回归回来讲的时候，就是我们没有任何人有理由说去骂人家说脑袋空坏掉，或者是被殖民吃坏了，因为都是在这个体系之下的受害者。他或许就是也是跟我们一样一群，对于我们自己的历史脉络，或者是在对这些政策主体思维还不是那么清楚，还在摸索的一些人。好，所以我们都是在被劣化的殖民的状况之中，在解殖民的过程，包含的这些被选出来的族群委员。 OK， 好，那有关于这一位导演问三原平埔原住民的事情哈，我当然不接受平埔原住民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哈，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原因是它从来不是我们真正的名字，包含三原平原都不是，但是我们很莫名其妙的，三原跟平原是用一个延续日本时代的法，然后人类学者、语文学者的归类，一直归到现在，从九族变十六族。OK， 然后从生番、熟番、化番，然后高沙族、平埔族一路走到现在，然后三原平原。那大家也都知道，三原平原的这个划分是很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们以为它就是一个两种分类，可是它其实在包含阿美族里面也有三原平原。刚才我们提到的。撒基拉雅里面也有三原跟平原，就是每一个现在的族群里面，它都有可能被分成三原跟平原，它就是一直在做错误的分类。但是我们为了便宜行政的方式，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去修这些东西。那我们现在常听到的一个讲法就是说，宪法里面就有规范啊，我们原住民身份就是三原跟平原哦。对不起，麻烦你去看清楚，宪法里面的规范是说选举的身份分三原跟平原，选举的身份，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换另外一个方式去想，选举的身份它其实是可以流动的。譬如纽西兰现在的方式就是它有一定的保障席次，但是我身为原住民，我可以选择我这一次要选的是毛利的选区然后被选，还是我要投一般的。那我投一般，我还有机会再选出其他的更多的毛利的国会议员。 OK，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大家说认为那是修宪的门槛很高，没有错，我们可以让它宪法的层次在选举上照样有三原平原，但这跟现在的身份法上的分布，它身份法是可以改的，是可以经过提到行政院会，然后立法院去修法。我们过去也做过好几次的修法，包含现在的原住民的身份上面其实是有性别歧视的。譬如说其他的族群你通通不需要说你改成母姓你之后才可以拥有血缘啊，就是说这个身份上面它的定义的规范上面，其实它有一些从父权主义下面的思维去定的，
那这些我们其实过去也都挑战过，立法院也曾经有立委提出来这些法都依据那个性平法里面去，但是就是一读通过之后，然后一读通过就是送到那个内政委员会，然后就躺在那里从来没有再出来过。所以我这一次也提的就是说，我对于这样子的一个修法，把它放成三原平原之外就加了一个叫平埔原住民，它的讲法刚好就是说对于现有的原住民冲击最小，这跟我们在讲原住民族的议题是要对现有的社会大众冲击最小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原住民其实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看这一件事情，大家是默认的，甚至我们更好一点的朋友大家在一起平原就说你不要只要想要进来平原啊，你到三原去，然后三原说不要你们去平原好了，大家就是这样推。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大家都讲说我们大家一起进来变原住民，然后我们扩大我们的势力，然后我们来对抗更多的主流呢？ OK， 所以某个程度上面我觉得这我就是表达我的立场。但是现在目前就是要修法的过程当中，他现在就的确是会走到提进去行政院的院会，然后院会提出来之后，他可以其实直接到立法院里面去去修法。那立法院通常修法的方式就是他还会有不同的委员或者是不同的政党会提出来不同的看意见跟看法。如果我们综合过去高金淑梅委员或者是时代力量这边都有提出来相对应对这样的一件事情的，还有过去在民进党没有立委的时期也提出很多的不同身份法的修法，但是不一定是涉及到平埔的这个议题。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没有送到立法院的话，这些通通不会一并被提出来讨论。那他没有被提出来讨论的时候，就大概没有机会开公听会去处理。那现在开公听会的方式就有一点点我觉得也是很民粹的方式，尤其在做长老会的牧师很可清楚，我们过去蛮多的东西就是动员一大堆人，然后平常都不关心这些议题，然后都制造那个假民主的效果，举手不对，发言不对，包含在语法法上面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形。好，所以我只是要谈说他就是会送出去，那有一部分的人他可以接受，很单纯的是认为说我接受的就是他对于可能阿美族平原好的，不要讲直接阿美族，对于平原的那个冲击是比较小的，比较容易被接受，因为现在立法院的立法委员里面比较多数的是阿美族。 OK， 这就是很现实的状况。所以这是也不是在怪说有一些人可以妥协接受这些，而是这个也是一个务实的做法。那我个人本人是我不赞成这样子，但是我不会去责怪务实做法的人的做法，因为就是有人要往前走这样。好，那所以我有没有漏掉哦那个教育的问题？最后啦，就是这样讲，我真的觉得其实现在有蛮多的机会大家开始去谈怎么样做大家都来认识原住民，包含语言跟文化。那但是包含教育部也有设了一些有一些专案委托，就是开始要实施台湾的小学中学都是实施，然后找一些设置的点，然后去推广全面性的原住民族的这个文化跟教育。好，那但是我大概稍微问了一下很多一线的老师，全部都反对，因为所有一线的老师还认为说对不起，这个就会压缩到我上课的时间，然后你们认为性别也重要，这个也重要，那个也重要啊，这些很重要的通通会挤缩到哪里去？公民跟社会的课程。然后尤其在都会区的学校挤压的就是变成他们升学的东西，你如果去看这些国中老师高中老师很 crazy 的在处理这些事情，所以也不怪他们。那我们可以很具体的做法就是说，很可能全面性的从课纲调整起来，我们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是在各个地方可能可以纳入，譬如说数学能不能有原住民的概念进去，当然可以啊，我为什么一定是小明跟小华，我为什么不能是马耀跟巴奈？哦，好的，好，
那我为什么不能很简单的，我在讲数字的时候，我在这里面就教一些原住民的数字一到十，阿美族的一到十是怎样，然后我们就这些概念融进去。那当然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就跟我刚刚在讲说，我们在谈和解，在谈道歉，在谈这些很长的过程，我们需要做也不能不做，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冲撞，然后我们靠的就是很广大的公民力量，虽然我们是同温层，但是我们如果每一个人都愿意这样子做的话，其实它就是会有渲染的效果。那大概我的回应是这样子，谢谢。题目其实很多了，我先从一个不太温柔团结这样。我觉得这个团结这两个字很让我讨厌，因为它简化了太多事情。很多时候团结的背后是一个独裁，所以要非常非常小心。每一个民族有每一个民族决定事情的方式，千万不要去责备在整个结构里面最弱势的那一群人。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没有同理心，就是我从来都不敢要求我的朋友你一定要来开刀看我，要求我的家人你们一定要来，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忙着生存的题目，大家都在处理最底层的事情，所以不应该，我觉得那个是很不道德的啦。我认为这样要求族人要来开刀用身体来声援我们，不应该是这样，不可以这样。那真的很感谢大家，虽然这个题目很复杂很多层次，可是还是愿意来这里听听看，虽然可能也真的很复杂，但是我觉得就把这里当作是一个讲堂，然后我们持续的想办法找到愿意花时间来陪伴我们的讲者，而且大家如果有时间允许的话，其实前面已经开了很多很重要的课程，大家可以花时间慢慢的听，也可以进到粉专里留言，我们一定会有人会看到你的留言，然后试着帮忙回答。因为刚刚有一个姐姐也在问我说，为什么这一次总统府都不回应我们？那这里面老师刚也有讲到，有人就生气了嘛，有人可能觉得我们的主张让他们下不了台啊，很生气啊，啊明明以前都不做啊，现在做了又要把一江骂成这样。可是我认为这就是公民社会对于蔡英文所说的用力鞭策，我们不应该吗？当你事情做错了，我们不应该要求你把它做对吗？你公布这个行政命令，盖下那个章的一将八路，你不应该负政治责任吗？你以前是原运的领袖，今天你进到那个位置里面，画出来一个荒腔走板的传统领域的画设办法，你要怎么说服？你要怎么说服大家吗？你不能因为你有位置，你就是对的。这是我自己觉得。那我们怎么追求美好的未来？如果大家都要便宜行事的话，那我们就不要谈什么，都不用谈了吗？我们就有一份工作，每个月领2万多块，然后我们就快王子跟公主就过着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我觉得我没有钱，可是我觉得我在某一个部分的追求让我是一个非常饱满的人。我透过学习祖先的歌，我透过一次一次认识更多友善的人，愿意一起努力的人。我觉得生命很多时候因为彼此互相帮助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我们在这里表达我们的主张，可是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没有要针对谁怎样怎样怎样，就是
可是其实我这边还有两份资料啦，一个就是拆六点的第六点，他这里说法治层面的推动有阶段性，可是对不起哦，传统领域划设办法公告里面没有这三个字，他公告的就是公告，他现在在公有地就是现说，你说他阶段性未来会恢复私有地的权利吗？可能会，但是我不相信，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白纸黑字这样写，只有拆六点讲法治层面的推动有阶段性，就这样。可是你真真实实下去施行的办法没有这三个字啊，阶段性你没有看到啊，然后就一直讲一直讲，上面也有说啊，政府有责任带领主流社会尊重理解这个历史事实，如果政府做得好你就不会这么困难，如果政府真的带领主流社会了解了，你就知道怎么跟其他人讲，就不会讲得那么难。我们在这里148天每天都在练习，我要怎么跟那个路过的人用最简单的方式讲，让他愿意靠近这个议题，让他变成我们的伙伴，我们每天都在做这件事。可是这个题目真的太复杂太困难，尤其是当政府还不肯讲真话的时候，谈何容易啊！如果政府今天铁了心，他在政治的那个叫什么意志上，他就是认为台湾这个岛的转型正义一定要好好面对这件事，他就会有不一样的做法。然后刚刚我还特别去手机的海里面滑出来，我们在主张的资商同意权，好，我现在稍微念一下，当土地开发指在原住民土地范围内从事，第一要道路、铁路、缆车、机场、吊车场、货车，好，新建、拓宽、延伸或扩建，好，这是道路类的。第二个，商港、渔港、工业专用港、机场、直升机、飞行场等等等等，跑道、航向这种。第三点，矿场、土石之钻探，然后工程、洗选、冶炼、库存这种，其实不是我们生活会碰到的。好，第四点，蓄水、供水、抽水、饮用工程及水库、海水淡化厂、净水处理厂、工业给水处理厂新建扩建、简易自来水设施不在此限，就是民生用的这种。第五点，防洪排水变更河川水道、疏浚河川滞洪池工程新建或扩建。第六点，观光饭店、休闲饭店及旅馆、宾馆新建或扩建。其实对我来讲，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它最直接影响到我们整个生活空间。第七点，社区新市镇及基地内排水污水处理系统相连停车场新建及扩建。第八点，核能、水力、火力、风力、太阳能、温差、地热、发电机组、电厂的超高压变电所新建或扩建。第九点，放置有害物质设施之新建或扩建，这跟蓝屿放置核废料这件事情是直接有关。殡仪，第十点，殡仪馆、火化厂、公墓、骨灰之新建或扩建。第十一点，军事营区、军港、海岸巡防营区、飞弹试射场、靶场、雷达站之新建或扩建。第十二点，经本会认定之开发行为，其他类。我觉得就这十一点来看，这样的资商同意权的要求有很过分，很普通吧？你家旁边要盖一个灵骨塔，你难道不能表达意见吗？我觉得是很。所以我认为啦，政府并没有要带，并没有负起责任带领主流社会尊重理解这个历史事实，以及这个化身办法对原住民族群带来的影响，并没有。
他就是持续的让言论在一种，哦，你们要去跳海哦，因为土地通通还给原住民了，还在这样啊。我再讲一个实际的案例，我是念玉里国中毕业的，我的部落在出路，我就是生活在花东纵谷的小孩。花东纵谷有5-6千公顷的土地，都是日据时期株式会社，然后变成台糖，从国营现在变民营，它就是私有地。现在，比如说太巴朗部落、马太部落，他们在主张传统领域这件事情，因为排除了私有地，这些土地上的权利，他们通通不能主张哦。这个平平的花东纵谷这么美，他要盖饭店的时候，部落的族人是不能表达意见的哦。这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为什么这么简单的讯息就把它讲清楚就好了？可是为什么我们要一直背着一种说，为什么凯道那些人怎样怎样？凯道那些人没有怎样，他们很好，他们很喜欢，他们很希望这个国家真正负起责任，好好跟主流社会沟通，跟我们一起跟主流社会沟通。我们没有想要乱，我们没有想要闹，只是这个传统领域的划设办法，深深的让我觉得被骗。所以那张照片我会这样处理，就是被骗了。然后做错事了不承认，然后一直凹，一直凹，一直凹。然后现在握有绝对的行政资源的时候，动作频频，但是就是不认错。就是没有办法接受，谢谢。好，然后给法奈和热烈掌声。其实问题有时候很简单嘛，就是划设办法就是不没有撤嘛。你们看，就即日是公告实施嘛。然后所以我们在谈这些事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如果跟蔡六点这样回过来看的话，你发现他讲完以后没有改变什么现状，对。如果改变的话，你好。不好意思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我怕你们回去都不认真，再认真一点，所以我再给你们补一点点课。在中华民国总统府里面有一个公告，他说，总统府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设置要点一。落实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动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并且建立原住民族自治之基础，设置总统府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协调及推动相关事务，以作为政府与原住民族之族各族间对等协调之平台。哦，它是一个平台。好。本会的任务如下：收集、会诊并揭露历来因为外来政权或移民所导致原住民族及原住民权利受侵害、剥夺之历史真相。第二点，对原住民族与原住民受侵害、剥夺之权利规划、回复、赔偿或补偿之行政、立法或其他措施。第三点，全面检视对原住民族造成歧视或违反原住民族基本法之法律政策提出修改之建议。第四点，积极落实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与各项相关之国际人权公约。第五点，其他与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有关事项之资讯会诊、意见会诊与协商讨论。这么大的工作，这么难的工作，在一个没有法源、没有经费、也没有调查权，然后每个委员都要去上班，像老师，他要去教书啊，教完书面对了很多很多工作之后，下班再来做这些相关的事，而且还是要负责什么赔偿和解，这个，然后被很多人骂，这样，我觉得这谈何容易啊？怎么可以是这样面对一个这么大的空城？所以我们当然希望道歉完之后，
那个更积极的作为要一次一次突破很多困难，他绝对不会说睡觉台湾岛上的人全部就觉得正义了嘛，不可能嘛，他得要一次一次一次做很多工作才会有那一天。不好意思哈，我又插嘴。那个不是，其实本来有跟阿凯想说我要一点时间，因为我刚忘记回应一个，就是有问到有关平埔原住民是不是也有传统领域的问题，当然也有啦哈。对，我一定要谈这个，因为只要是岛上的原住民，他就一定有面临到传统领域的问题啊，怎么会没有？好，那具体的例子，譬如说新化的这个林场，它就是直接日本政府直接就交给的中兴大学接收的那个财产，全册都还在。好，那现在的问题就是牵扯到平埔原住民的时候，主流社会里面包含官方的原住民或者是其他我们现在政府的部门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糟糕，那如果西部然后这些平埔原住民如果传统领域也要纳入的话，那怎么办，不得了。 OK，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尤其是说那开放了原住民平埔族之后也可以去购买原保地的事情。那我之前我就曾经跟这些在处理土地的学者们谈过，今天原保地的问题不是平埔族造成的，而是有很多人借由人头造成的。但是因为你无政府没有力量去处理这件事情，后面也有很多包含过去平权会的这些势力，你把这个账算在一个我们自己土地也在流失的人身上，而且用这样子来搪塞让他回归来回来当原住民，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那但是我们官方的原住民从来不看这件事情，在谈传统领域的时候也没有人要来注意这件事情。所以我要告诉你，平埔原住民也同样是有传统领域的问题，当然一定是有，只要是原住民都有。那我最后要回应一下我的思考的模式，通常就是说解决问题导向，就是说现在就是有人就这样做了，然后也动不了，那但是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策略可以让他往前走去做？假设他这一次的行政命令嘛，那假设我们可以动的就是那个，因为如果你去检视他整个的那个说法，就是讲说法律授予我的权利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是只能依法行政，因为是行政机关。有没有可能做一件事情，我们就是把这些立法委员通通找来，而且不要局限只有原住民的立法委员，告诉他说我的諮商同意办法因为你的21条立法旨意上面少了一个东西，解释很模糊，对不起，你如果有诚意你就重修，否则你不要再在这边跟我一起站在台道，然后回去立法院放在里面又什么都不做。是不是我们可以积极一点做这一件事情，把这个 push 回去到立法院的立法机关去做这一件事情，改那个諮商办法里面在谈的这个，那他就势必这个办法也要改回去了啊。那另外一个方式有没有可能我们也是这么做，就是说我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大家会认为说的确原转会是没人没钱也所谓的没有法源依据，那但是他的设置就已经谈的就是设置到明年5月的还是什么时候，他就是有一个期限，他其实是有一个期限，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对临时的组织，任务型的组织。那我的讲法就是说假设包含刚才那个邱国荣他已经走掉了，他就在提一位我们的族群委员谈的那个议题，然后画得很好啊，就是要这样画等等之类的事情。我们知道包含有一些族群的族群代表的行程大家也不满意嘛，这怎么跑出来我们不知道嘛，对不对？那但是他既然就是在这里，他有一个时程，假设我们现在可以往前推到什么地步，他推不动的地方至少我们有一个经验值，很具体的告诉他说，对不起，我现在要人力要不到，我要9个人力你只给我4个，然后明明工作小组是5个，
然后呢，所有的人都在帮忙分摊做行政的工作，我的副研究员不能帮我做研究，去调这些资料出来。我就是说，我们有很具体的这些东西告诉你，这个圆转会不 work， 所以我需要立法，有一个有权责，有所有的这些东西。那我觉得我们其实也可以去好好的督促圆转会，包含你每一个族群的委员，因为既然它都是公开上网的，每一个人的提案，每一个人的发言都可以受到检视，我们要不要也制造这些压力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在一年的检视，或者是明年520的时候，我们来看他真的具体做到什么事情。包含蓝屿核废料的事情报告现在已经出来到一个阶段，九月开始会到蓝屿具体的处理和解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那我自己的主张就会说，我一定不要就是全乡然后就 找那个乡长来谈，因为对蓝屿来讲，它是叫做六个部落，然后变成四个村，然后一个乡，然后整个就是被这样的现在一个政治体制瓦解。如果我今天要做和解，我的单位必须到回归它原本的六个部落，它每一个单纯的部落就是一个国家的概念，我至少要能够依循这样的方式去处理。然后过去的和解是怎么样，当代形式的和解是怎么样，我们可以怎么做。那我没有权利去提出来说就是这样子，或是代表，我只能讲说我是这个平台，这个桥梁去提出我们有这样的期许，那提回来做建议，然后他的提到圆转会，我也不是直接提到行政部门，那就是圆转会这边来处理委员的共识决里面去讨论这样。所以大概就做这样的建议，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再往前走，然后保持我们美好的感觉，保持我们很真实的梦，然后也互相的跟这些很想在里面说谎我们可以做到什么程度的人一起来思考，可以怎么样大家互相推一把往更好的方向走去。来，我们给若文老师热烈掌声，因为其实他非常辛苦的，他就做了这些事情，其实很多时候不讨好，因为你做一个原住民要去在原转会里面，有时候在对运动来说你可能会是一种背叛啊，然后可是你又必须要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在推动的时候又可能会遭到国家方面会认为你是代表原住民的，又不是那么信任你，在这个情况下还愿意做一些推动往前进一步进两步的工作，其实很需要。那今天办这个活动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其实我们其实很需要沟通，让我们的沟通是把事情的症结点谈出来以后，我们现在才可以知道说我们下一步可以做什么，就是把一些情绪啦，或者是一种既定的偏见呢，先稍微把它搁置一下，好好去想想那个问题的症结点在哪里，然后回到以后我们才可以有一个行动跟努力的方向。然后因为那个本来我们9:30就要结束了，可是我们到现在，所以大家还可以继续留在这个地方哦。然后还有下一堂课，好，接下来有下一堂课，对不对？好，那就交给榜奈了，你要唱歌了。好，然后非常谢谢大家，然后欢迎大家继续留下这里哈，谢谢。